喂喂喂喂喂，是时候咯，等我一下下哦。哎呀，啦啦，试一下嘛。Hello, thank you for coming. 早晨哈，安安了各位。今天是我们马良迎来新的时代，所以司机、泳装司机要来抽卡咯。然后这个抽完之后，然后就到那个月尾嘛，就到那个数字十了，然后新的剧本也要来了，所以各位，你们的钱包准备好了吗？反正我就囤了两个账号嘛，现在有22万的石头，就还是蛮有钱的，还有周年的那个礼包会重置嘛，然后还有自选什么的，应该啦，应该那个账号是能活下去的。大概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怎么呢，现在有投票可以先按一下哦，按一下投票有没有要抽司机呢，然后那个喜欢你按一下，感谢感谢， give me like， 哎呀别帮我投票哈， please don't forget to give me a thumbs up， hit the like button and subscribe button， thank you so much。 啊，现在打个招呼好了， William 陶杰森啊，SI 是吗？是同学安安哦 ，Pastel 同学安安，包包套陶九神哈 ，Golden 同学安安，低头 Hello， 一斐同学安安，建智同学安安，回头 Hello 九神哈 ，DMC 陶悠悠悠 What's up， 果汁同学安安，专门陶 Hello，Wilson 陶九神哈，阿米同学晚安哦 ，Info 陶九神，一传餐同学安安哦，多多同学安安。东山同学安安 ，H21 同学安安 ，Jimmy 陶 Johnson 哈 ，Answer 陶 Johnson， 到他嚟讲咗咩先啊？啊，抽卡好像蛮欧洲的，你们抽了，然后多少呢？一秃吗？两秃吗？满秃吗？还是非洲人没有呢？然后等数字吗？嗯，数字如果真的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先。等那个礼包回血一下，出池之鬼，对对对，我们现在出池了，然后那个狮子杯就不会出池了吧 ？OK， let's see， 400还是600？当然是200啊！你说什么呢？笑死哦！50000台币，那你这么快就扣了吗？20抽成天，白人是那个资源卡的吗？100抽好像也不错。炸超了个鸡给人，那你这么欧洲的吗？我还没有看过呢，笑死！乌沙基同学安好，伊拉晒，基本上就神哈，九千石啊，还有的话就来抄啊，玄学好啊，玄学太棒了！燕竹同学安哦，基本上就神，亲爱的 Hello， 子祥同学安安哦，400抽，不要分给我那个气，你留着就好了，你还有那个数字嘛，你先留着哈。马铃薯同学安哦。OK， 6张中山，那你没有歪过，也太神了吧？怎么读啊？那个同学，啊，文迪同学安安，我先查一下这个英文。Gail 同学晚安哦，安，风同学安安，好了，那我们先过去吗？我先进去游戏的画面好了，这边呢都是我们的小号，小号喊先啊，小号先抽右敏同学安哦，大姓零司机货比我包会好啲，那你我点算呢，可能你要买自选同埋嗰个周年礼包哦，俾我就全买啦，不过如果你真係冇钱嘅话我会跳过唔要买咯，如果你真的没有钱的话，那个就小小抽小氪一点的话，那自选的资源卡蛮好的，但那个自选码我有些时候会跳过，可能我主号会跳过，但小号基本上都全买这样，反正嘛卡嘛卡可以自选还是蛮好的，你想一下200抽都不一定会有一张呢，码的话就肯定会有嘛，就感觉没有那么划算嘛，但你有那个 budget 的话还是可以买，都买就对啦。OK， 那我们来咯，进去咯，小号 Go Go， 抽卡抽卡抽卡，司机，欧洲，就是这么简单。希望我们之前不是抽玉座嘛，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按那个置顶的，有那个画面，有那个直播，可以这个完之后再去补一下，如果你还没看的话。一整啊，四张司机啊，哇，冇歪喎，好劲啊，两整，五张司机是满的吧？哇，你们也太欧洲了吧？真的可以一级满哦，我好久没有一级满过了哦。周年音报，周年吗？有自选吗？哦，这么好吗？那当然，周年也要，然后氪金的也要啊，全都要啊。你半年才氪一次，当然要氪好氪满啊，对不对？怎么可以不氪呢？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氪金的形状，所以不要问我，你问我的话一律建议要氪。 Gary 同学安哦，千头早晨哈， Thank you for coming。 我实在落去不过真的算了啊，最哪只不抽呢啊，对不对，抽烂了。那我先去那个每天的任务做一下，然后再去抽卡哦。 Hello Andrew 早晨哈，打完了，那只上竞技场了吧，太一半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如果不够石啊，留给速子好啲啊。对对对对对，那看你的石头还剩多少吧，如果你还有都一点点的犹豫的话，司机还是可以摸一下的。但如果你之后要氪金，现在也没有钱的话，那你可以自选的时候就换一张司机嘛，也不是不行。那反正他那个突的就一突就好嘛，那门槛蛮低的，所以不用怕，肯定不会死的。 OK， 现在有那个氪金的优惠哦，我就享受不了哦。我用的是那个那个叫什么苹果吗？Apple for 金，没钱啊！苹果氪金从来都没有优惠，氪的又比较贵，要死！我为什么要用？我不知道，不要问我。暴力呀，唔准逃啊！平衡啊，什么平衡？有几耐周年礼包啊？应该仲有一个月到啊。那个数字还有有人卡，其实是新的剧本嘛。新的剧本一般都是有新的礼包。所以就准备好了，应该是月底年初吧，应该就会出了。六花同学安安哦，要去那个买吗？买卡，笑死。那叶同学安安，我保底了，那你怎么又保了呢？可怜啊。Apple 都有办法搞五折，反低啊，算啦。它不止那个氪金比较贵哦，那个苹果的还收那个手续费呢。我信用卡每次刷，他都跟我说啊，手续费6块什么10块，问号，你还收手续费的？你不是要直接我都氪那个最高的那个耶，但那个还收耶，你不是应该要包货在里面吗？我说哈，好哦。没办法，笑死。对你氪一下金，那个手续费可能也蛮贵的，都可以够我买那个手摇了，可能不止一杯了吧？可恶，太过分了吧！唔好月底呀，收唔住呀，啊现在就抽啊，月底不行，我要现在。希望你直飞欧洲啊！谢谢，我也希望呢。哦，这个马的吗？马的部分就是哦 ，McQueen， 还有那个吗 ？Godshi， 二船泳装船，老实说蛮漂亮的。那个法国船也是，为什么对面的船都比较漂亮了？嗯，但是嘛，这个可以继承就好。它本体好像我看一下攻略好像没有很常出，那的话我们就找那个大佬们的就借一下就好了啊。没有钱啊，主要是没钱啊，抱歉的二船，我还是很爱你的二船，还有 McQueen， 爱过。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嘛，肯定是水司机泳装司机，太棒了。你看这个卡面啊，现在不过现在好冷哦，我现在那个鼻水都还在流，笑死，我的声音都有点低沉的感觉。我们平常那个音调应该在
因为我现在有点流鼻水啊，所以要死哦。没事，那他玩水玩得开心就好了，我就陪陪他吧，没有问题。哦，好冷哦。Hello M 台早晨啊 ，Welcome back，Miss you。沙丘中旋啊，收皮咧，你走开啊！但是我们可以那个嘛，每天那个石头给抽一下，说不定可以捞得中呢。对不对？那个券也抽一下没？对，说不定呢。啊，不过吧，这个可以了。我们抽资源卡之前先抽一下马呗。风向怪怪的，隔壁一井炸了。那你什么风向？那你是那个运气的问题吗？还是那个强度的？有质疑还是什么，有点怕哦。啊，就闪信啊。那我们先抽卡之前来登个机好了。各位乘客准备好了吗？登机时间。登。各位乘客欢迎乘搭航班。今日嘅航班将会由香港飞往欧洲。请各位乘客自备降落伞，绑好安全带。祝各位有一个愉快嘅旅途。等，各位乘客欢迎乘搭机航班。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由香港飞往欧洲，请各位乘客绑好安全带，自备降落伞。祝各位有一个欧洲愉快的旅途。等。哎，来吧，各位乘客，各位同学，登机，不准跑啊，快点上机，来吧，跟我一起来抵达欧洲，就是现在，不能错过，各位，肯定要可以的，相信机长，我从来，我哪次有骗你们呢，对不对？现在登机就可以了，不要错过，错过了就去不了欧洲了，所以司机还有数值都记了。就是现在，快来啊，各位 ！S F 早晨啊，有急事走先，唔准走，不许跑，跑什么跑？来人，给我抓回来啊！这个同学 ，Levy 同学安安，也是 Eddie 早晨哈，杂鱼同学安安哦。好了，哈哈，那都记得吗？那机长准备出发了，那我们先来凑个马的，然后就来热一下身嘛，可能就那个欧气啊，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蓝熊同学安安哦，凑阿姨咯，不是，是姐姐，什么阿姨，你死定了，蓝熊同学。阿水说谁阿姨呢？你完蛋了！我告诉你，那个这个姐姐，虽然她现在要当教练了，但是提早光荣退休，她等一下就去当那个富婆好吗？哎呀，不一样。Hello， 那个87同学安哦 ，Thomas 同学 ，Thomas 同学想哈，杰佳同学安哦。那我们先来抽马的阿传 ，Goldish， 还有 McQueen， 每天50的石头 ，Go！ 一哈三信，这是 warm up 啦，就轻松一下，先抽个马。啊，姐姐没婆婆啊，婆婆是我啦，我是爸爸，司机是姐姐。所以嘛，啊，不一样啊！你各位不要误会好吗？真是的，坠机吧？什么坠机？你才坠机，你全家都坠机，我可欧洲了，哼！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欧气，我们那个卷先丢下去，啊，捞一下，然后隔壁的司机姐姐一紧突板，就是这么简单哦。Hello Alice 的就想哈。那你要出司机了吗？啊，还没哦。这个是那个马的话，司机我已经满了，不要过来。啊，资源卡的话可以，欢迎光临。马把超越啊，什么超越？你才超越，你全家都超越。来，啊，这边吗？这边就准备一下那个夜战，叠一下，还一下。等一下就抽到了哦，那个券丢下去啊！我还没换那个券呢。那个每个月嘛，今天是那个12月1号哦。那等一下要去换呢，忘记了都。哦，哎，但是我先抽吧，抽完再说。没有跳，哎呀，可惜了。可恶，我还以为会有呢。我们这么欧洲，对不对？咕噜咕噜咕噜咕，他什么时候才有那个券的实抽啊？那个周年会更新吗？不然那个券每次按也蛮久的，券的十年。再来，唔该老细，
那个杯赛我想出场了，托雷拉桑你觉得呢？上次不是圆梦了吗？上次不是 A1 的吗？司机那个圣诞帽都没有再跑的啊，我是说圣诞帽出镜的权利还跑不过你啊，司机你还想怎样呢，司机啊，已经可以去那个当那个教练了呢，对不对？可以先三突不急，一号奖励，对对对，我还没换呢，我等一下这边抽完我再去换。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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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给谁有了，好吧，看来没有那么容易呢。 OK， 最后一张券，然后去商店先抽那个数字实际，但你不能先抽数字啊，你要先过了司机的卡池才能到数字嘛，你还是要经过这个阶段的呀。已经欧洲了，哇恭喜啊， congratulations， 我没得多感动经历啊，满得中三啊，中三反手反起来吗？啊，我先换哦，我都忘记了这个吗？对，每个月一次，我快要破产了，我没钱了呢。这个好像没有，这个吗？体铁的，反正我变盘子变蛮多的，所以体铁可以换好换满吧。这个也可以了，还很多。OK， 券，好多券啊，很多券。每个月都抽好抽满，记得要换的各位，不要像我一样就直接忘记了。日夜草的话也不是不行啊，换，好了，全换了，应该 OK， 回去再抽。书要换一下，书等一下再换吧。那我们继续哦，这里还有，哎，怎么那么多？我不是换了一下而已吗？他直接又有九张了吗？嘿，那一个月能换蛮多的呀。OK， 那先把马的抽完吧，然后再去隔壁水司机哈。再等一下，各位，我们再重来一下，还有十抽啊！来来来来 ，McQueen 大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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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多券哦，好爽哦！一两彩特啊，系咪加自选啊？升三特嗱，我建议你等埋抽完速子先，或者速子会歪咧。现在那个比较低突高突的司机，先等数值值抽完再说。毕竟你一定要丢个一井两井，你会歪的话，那可能会有嘛。你到时候再决定，对不对？你要是先看那个抽到什么了，可能一下就满了，变盘子也说不定呢。所以不要那么快就在想，到时候再想了，还有时间，不急不急。有人手痒呢？什么手痒？没有，这是少夜战呢，乱说。爽啊爽啊，悭钱收获就两张 SL 自选啊，咁啊睇下你宝石够唔够咯，毕竟呢个抽下卡嘅话系咪周年啊嘛，都想抽卡嘅。如果你有三四井，我抽下井司机都 OK 嘅，司机的话都还是能抽的。只是说如果你真的连一井的石头都没有的话，那你可能要考虑要不要跳过。不会吧？不会连一井都没有吧？最近送蛮多的呀。那个动画的跳，哎，没有动画的，还有那个登录的什么，还有那个工会吗？工会之后就星座杯，应该蛮多的吧，快要送一万多了。两突跟满突吗？差不多吗？哎，啊，那样就难道？哎，啊，没有。那其实一突就是门槛嘛，你先达到一突，后面的在后面再想呗。不急不急，活动送，活动多就送的多。最近也蛮多活动的呀。啊，再来哈，这期三突的提升比较多，有能力就三突，随缘吧，同学，有就最好，没有的话一突也是能用的。飞机呀，很欧洲啊，欧洲啊，不是非洲，是欧洲。什么非洲啊？完蛋了，我马完全没有抽到哎。不过没有关系吧，马没有抽到，那资源卡就超欧洲了，肯定是这样。司机三兔给的是技能的 level free， 那还是蛮爽的，他技能都偏好用哎。level free 的话就很舒服啊，省一下点数，那你就能多凹个一两个技能，体感上还是蛮强的。
有那个干劲提升，划清那个界限。那当然呢，你高突嘛，高突不可能都跟那个零突一突一样吧？人唔知手啊，要抽卡啊，抽啦抽啦！哦，喂，大鱼，恶魔的低语，抽吧，抽烂哪次不抽的同学？尖爆同学，阿狗一大赛，今天目标几抽？先一紧看看吧，应该也不难吧？一紧应该怎么样也可以捞一张吧？大概不可能一紧只有保底那一张吧？这么费咒的，我真的，我最费的时候 CB 嘛，啊，福来 CB 也不会只有保底啊，都有一张的。大概好了，马的最后一张，不够，无情插旗，太无情了，七七，你在干嘛呢？没事，我在烧夜战。雷恩啊，不好了，跳过，看不到，不要打篮球。Hello， 伟谈同学 ，Johnny 头 Jason 啊 ，Cannon 头 Jason，Hello。那我很厉害，200都保底，那么可怜的吗？没事，同学，你会欧起来的，这什么时候而已，总会欧起来的。Hello， 最幸福的就是沈汉，我一紧就保底那张，这怎么会呢？太可怜了吧？那你有彩吗？如果你歪掉的话，那就算有点不好运，但如果你一张彩都没有的话，你可能要考去搬去非洲住了。欢迎零啊，我觉得我是零啊，你才是零。 OK， 可乐同学呢 ？DB 小西吗？呀，但是先这个吧，你数值先撑过来再说吧。通常都没有钱的啦，你没有钱去补其他的啦。OK， 那我们看马的抽完了啊？没有，完全没有，没事，我们来主角还是水司机，那泳装司机呢？先一紧看看好了，还有很多券吗？券嘛 ，SR 是哪张有用吗？啊，他啊没有 SR 的 PU 吗？哦，那券可能在这里花掉蛮好的，因为通常有 SR 你都会想补一下嘛，就想十连，然后要他的 PU 嘛。那没有的话，当然很棒。没有真的嚣张，哪会嚣张？没有乱说，开始了。那我们哈各位同学、各位乘客准备好了，今天我们正式要起飞。先来每天50的，再来那个券哈 ，Go Go Go Go！ 90000不够市井呢，唔够四井，唔使惊，我哋会放金嘅。那个小号刻好刻嘛，那个礼包出来的时候就刻了呀。吃鸡一紧，然后数值两紧，然后再刻一紧的话，可以留到后面吧。反正应该不会飞到，都三紧都是零吧，大概。会发到就省他。开发多人同学呢？伊拉塞，什么四级呢？我们还有主号呢，不怕，来吧。我的券，欧洲券，出发。来吧，司机，直接第一抽，毕业。啊，雷恩。哦，不要打篮球，为什么？我马的又是雷恩，资源卡也是雷恩，我跟他没有那么友好吧？啊，我们不是，我不认识你啊，你不要过来啊！啊，雷哥，啊，走开了！啊，每次都是你，啊，问号，告白啊，救命！よせさん、こんばんは、いらっしゃい、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強い、そう、マルセンスキーね、強い、スピードカード、とっても強い、必ず行きます。行くぞー。エルファス同学あのいらっしゃい、カッコと、ハロー。あ、真愛や、你が真愛や、走開啦、不要。雷恩不要、哎，殺。哎，好哦，没事。真机灵，我忘记有没有满哦。我感觉还是。那个嘛，跟神音这个卡有那个技能嘛，但是没有短弯，它有短弯吗？哎有哎，跑完就有吗？那还是蛮爽的，短距离的话 ，Metal 九神他 ，Hello Lin 同学呢，文斌同学 ，W 头 Hello 九神 ，All in 呢、啊，
亚裔们才会保底啊，张培应该不保底啦，不要才不要，你才保底，你全家都保底，我们怎么可能保底 ？No impossible， 肯定是一锦中板的呀！你在想什么？我们可是欧洲人呐、啊，虽然我 CB 我死得很惨，但我后面也脱板了，肯定没有问题的，对吧？对吧？我的司机，我的姐姐，司机姐姐跳跳，他没有跳过那个金色，可恶！虽然他单抽金色蛮多的。就有点奇妙，来哦，那个券啊，那个券，我想把它抽那个整数哎，我先看现在那个多少好了，不是整数，等一下又要补那个单抽，好麻烦哎，那是六吧，所以我们好像会算了，我们先抽完，然后用那个石头补那个抽数好了，好麻烦。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杯赛用得到司机吗？嗯，应该可以哦。你练桃马的话，看你要不要出桃马。你不要的话，还是可以用小北啦。小北也有弧线嘛，弧线用那个前列跟居中也能用，后追也能用。主席同学安安哦，安安安安。你仅抽到两张水司机，恭喜哟、哦！起码有也不错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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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一下哦，现在九了，那我们在，我现在还有多少？我全抽了是可以整数吗？先看一下哈，现在是19哦，那我还补一抽呗，那就蛮简单的。先全部卷抽完，然后补一张30了，30抽我们再去用那个石头抽就好。OK， 没有问题。Go go， 我的司机还没有看到呢，可怜啊！小叶同学安哦，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不要问我，我只知道我是欧洲人，我肯定会有那个彩色的。难道那个卷都是没用的吗？每次抽卷都抽不到哎。Hello, Void, 就成了安安的伊拉塞。Thank you for coming. 我的彩色呢究竟在哪里呢？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哦，我不是欧洲人吗？为什么还看不到那个彩色呢？哦，可恶。不是啊，我上次那个抽玉座的时候不是蛮欧洲的吗？但那个是小小号了。所以嘛，那个运气应该是分开的，分开计算。周九头九三的 ，Hello， 没有哦，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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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我满了。我现在那个神音吧，就上个词的神音，因为完全没有碰过嘛，这边如果能歪的话，还是蛮不错的。自强同学安哦，安安安安。有吗？跳跳跳跳跳跳！哎呦，又是自己，完蛋了！这个词是陈田路的词吗？巅峰杯都要结束了啦！放丫丫同学呢？没有，为什么他的那个自己有 PU 吗？奇怪嘞，你给一下别的吧，我很多都还没满呢。哦，没有彩色。那看起来那个卷要寄了，只能等那个石头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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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不跳呢？假的，好吧，那个卷最后了，各位，那我补一抽就可以十连了，这样花掉也是好嘛。坐垫后面有一些想要的 SR 的话，那用石头抽会比较稳吧，大概啦。还有 PU 的嘛，理论上你看那个资金不是都出来了吗？奇怪嘞，之前抽的时候又不抽不到啊，现在不是他 PU， 没有 PU 就抽得到。那我们补一抽 OK， 我先看一下石头应该没有问题，不会因为补了一抽然后就不够钱的。整数啊，没有，想太多啦，又想太多嘛，啊，你就想太多，你全家都想太多，肯定没有问题的。现在那个，现在才是真正的
好吧，真正开抽20抽就垫个底而已嘛，一身哈子那个是热身好吗？啊哈，那么我们正式来了，司机有等到司机的画面出来，我再按下去。我们第30抽来吧，司机，我的司机姐姐 ，Go Go Go Go！ 我要迎接新的世代，司机跟我一起。那他看不到，司机应该还没有起来，我要打个电话叫他起床。司机快醒啊，抽卡了，那个资源卡要来了，你时装了吗？奇怪嘞。Hello KK 同学，いらっしゃい。奇怪，你在哪里？他肯定会跳的，什么19，跳跳跳跳跳跳的，证明给他们看，我是真正的欧洲。哈，没事，我的欧洲呢？再跳啊，你跳啊！可恶，我的司机为什么不见呢？韩立，再跳！跳啊！来来来来，不过嘛，那个3张 SL 也不差嘛。啊，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差了，才不是19了，你才19，你全家都19，可恶嘞！我们怎么时候那么飞过？不可能 ，impossible 啊 ！Hello， 赛秋，好久神啊，同学安哦，伊拉塞，挂机同学安哦，什么东西跳海了？没有，你才跳海，我怎么也是要去那个欧洲的上空的好吗？那个飞机还在上面呢、啊，怎么坐下去了？不可能。OK， 那我们再来哦。40抽了，这个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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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司机姐，彩色彩，有啦，这不就有了吧？简单啊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司机，来吧，姐姐，我最爱你了，你就知道的吧？啊，我知道你也很爱我了啊，没有问题，来，我先来走开啊，还有啊，不是神。尊贵的神，请您保佑我。哼，我们要的是司机，泳装司机啊，不要歪，就这样，谢谢神最好了。OK， 大家好，同学，安利的帅，希望不要歪哦，拜托。OK， 来，帅司机，泳装司机，来吧，我的第一张司机是。我被反锁了吗？那你不要过来呀、啊！你不是，我要的是那个成熟的啊，大姐姐，那个很有余力的，不是你呀、啊！放下你的凶器，你的餐，不要指着我，好害怕，不要过来呀、啊！你不要反锁我啊！我不行啊，我不能挖呀、啊！你走开啦！问号。冇啊，大佬咩料啊！哎呀，可怜，我都哭了。中山不是，我不是抽中山的，我是抽司机的。番茄酱同学安安了，晒哦，雨月同学安安哦，猫头鹰同学安安哦。我还有读漏吗？我怕我就看不到，然后就读漏你名字了，所以你可以再留一次。笑死，什么东西？可恶，走开啦！我要的是司机呀、啊，你不要过来呀、啊。妹妹寡头就闪他，完蛋了！虽然他没有歪了，但我们要的不是这张呢。好吧，那你要歪的话，你可以歪那个大树嘛，我还差一秃呢。笑死，我要死了吧？万一同学按了一个赛，端不起头就闪了。Hello，Jackie 头就闪，Sleep She 同学按了 ，Tail 头就闪哈。守门员，走开的，谁守门员？不要守门。啊！拒绝 ，dog kuduwaru 啊！走开！这个是50抽，来，我的司机，我要的是彩色的，很大的姐姐啊，司机啊，你不是那个很大的篮球，走开啦，不是你啊，你谁啊？我谁？我超勇的，可恶，走开了，不要再雷恩了啦，勇往不散啊，雷恩！哎呀，可怜啊，我的司机啊，说好的司机啊，跳一下跳啊，哇哈哈哈哈，哦吼吼吼吼，没了，安东尼洛同学安哦 ，John Lin 同学安哦，我也是中山哦，真的吗？先来后面会很顺吗？真的吗？李丹球啊，我是球，我不要，我拒绝。
H 度 hello 早晨啊，又话廿二万石啊，有宇浩小汉两个 A C 加埋咪有咯，你帮我写下标题啦，咪边入嚟啊，大佬，你叫呃人噶啦，啊真系啊，啊唔系呃嘅，即系你要将佢夹埋一齐啊嘛，我得抽奖啫，边个使到廿二万石啊？啊，那个等一下，那个不会念同学的名字哈，我查一下 ，K K 烂头早晨哈，同学名字是笑。肖啊，肖吗？肖同学，安好一大帅，安、啊，记了记了。吹风同学，安哦，我看起来要记了。这个是六十抽，拜托啦！我的司机先来一张没？我一张都没有看到啦 ！Go go go go！ 拜托，先踩一下司机。有了各位，刚才不小心被反手了一下。肯定可以，我相信司机还是爱我的，肯定是吧，司机？对吧，司机？哎，有吗？再来，没有，走开的，不要打篮球，我好怕耶。没事，我们不要打篮球，我们要去哪里？要去海边？去哪里？沙滩？要做什么？玩水啊，水司机，来吧，我的司机是，你谁？那你？等一下。不对，怎么怪怪的？那你我歪了吗？不要这样，你知道资源卡要抽很难的，你不要歪呀，你歪了我后面就没了啊！救命啊 ！Help me， 救命！我不行啊，被西我同学。安安哦，哦，明清同学安安。完蛋了，我感觉到我的节奏好像怪怪的哦。你要干嘛？我不要这个太小了，我要姐姐。不行啊，这个 FBI 都要来了。不要拒绝，我只爱姐姐，谢谢。迪乐同学安安哦，没事，吓死了。我觉得你要一警啊，我们本来就要投一警的，没事啊，跳，你要走开啦，不要打篮球啊，拒绝篮球。FBI 换文呢，没有跳咯，可恶，我这么难吗？哈，你歪什么歪？不歪就一突啦，就可以收工啦，那是奇怪嘞。再来啊，七十抽，拜托，我的司机先来一张，一张都没有抽，太可怜了，不行，我标题都写这样的，不可以打我的脸的，不可以，你们在呀，拜托，再来，水司机，我的司机，我的姐姐，奇怪，好奇怪，这个游戏坏掉了，快来加大，那你。张浩头早晨哈，阿燕头早晨，玩完啦，不要我的司机啊，跳啊，没了，我感觉哎，神音好啊，有一张也不错。我到老了呀，才七十抽稳的啦，我感觉不行了，我一张都没有啊，我快要一百了呀，我要死在这里了吗？不要啊，司机救我啊！八十抽，拜托，司机，司机，为什么司机听起来那么像司机呢？奇怪，我幻听的吗？来，拜托，就先来一张。让我震震惊好吗？压压惊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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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please， 买了，你可以跳一下吗？不行啊，这要死了呀！记了，不要哦，我不会这么可怜吧？这个可是我们的吞了很久的石头啊，你不能这样对我的呀！哦。中山反手，我被反了，哇，这是在处了。你有钱吗？那个魔力不足了。Ben Cout 就成了。我的，どうしようかな、これ。ほとんど死んじゃったでしょ。啊。マルセンスキー、どこ？
完蛋，完全看不到，一张都没有。我80抽了呀，我还是零呢，这奇怪呢。还有四彩，不可能全歪的对吧？那问题我要先有彩的呀。80抽两张彩都欧洲啊，但两张都歪了，有咩鬼用啊，大佬真系。啊哈哈哈哈！完蛋！不要这样，我还想活着。CY 爸爸，你听到了吗？那个 Side Games。还有那个小门，那个几率怪怪的，可以调一下吗？可以让他回到那个正常的水平吗？我觉得我这样太歪了呢，奇怪奇怪，稳稳稳，大 DC 呀、啊，我好 DC 呀、啊，好欧啊，你欧欧啊，你有乜鬼嘢用啊？没有满兔就没用啊，只有一张有什么屁用？可恶，90啦，来吧，拜托啦！拜托拜托，踩一下呗！我的司机我还没啊！没事，哼，我可是欧洲人呢，奇怪，完善的完，完蛋的完，笑死！我们不一样，我才没有那么飞，可恶，怎么可能呢？说好的欧洲的，说好的一景铺满呢，怎么没了呀？好奇怪！不了，给了给了，记了记了，我是死的。机长，我们到哪里了？火葬场的吗？我们可是欧洲，要去欧洲，在欧洲的上空盘旋，好吧，懂了吗？肯定能降落的，各位。现在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气流而已。我们还有110抽，肯定能行的，没有问题。可恶，那很奇怪，这个游戏好像坏掉了呢。来100抽哦，拜托，直接出货，先给一张呗，这都没有吗？这太过分了吧？你怎么可以一张都没有呢？那保底就一张吗？跳啊，你干嘛要跳啊？救命啊 ！Help me! What the heck? Go! 啊哈哈哈哈！110抽能出四张吗？我觉得有点难哦。但如果他有出一张的话，还是能用就是了。都不要这样啊！我想活着。那为什么这么难哦？你一定要我死吧？我练马已经很痛苦了，我练那个圣诞的不是小绿帽、圆皮帽，还有那个真机灵，练到我都快吐了呀！啊，那个短 S 死都不跳，可恶！那个短 S 哦，啊，好气好气好气！他那个美妙哦，他那个暴劲哦，你可以跑完世界吗？跑完不要阿 Game 先好吗？你给一下经济好吗？我都跳 S 然后没有给经济，我都哭了呀！为什么我阳寿都已经这样耗掉了吗？我还有很多吧，我平常那么飞，我抽卡欧一下怎么啦？哦。好气，我还有100抽而已，我要完蛋了吗？100抽给个两三张可以吗？拜托啦，110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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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拜托啦，做人吧司机。哎，感觉玩到金色了，能跳一下就好了啦，又疯掉一个啦。哦吼吼吼，主播不行了，我感觉这个游戏他不爱我了呢。小绿帽会跳吗？跳啦，跳啊，龙赛跳一下！哎，你是够飞呀，好飞呀，英子！英子的部分还是蛮飞的，我自己才还有英子都飞烂好吗？我什么时候不飞？可恶，我英子都没有伤心过嘞。席兰同学安慰了谁？我感觉我要记了呢。哦，奇怪呢。水司机太难抽了，为什么呢？他知道大家要抽吗？所以就不出来了，害羞了。最近的司机玩完了 ，A1 的下场吗？不是，你不能这样啊！奇怪，啊抽不到，人也不见了，那怎么办？一张都没有哎、欸，我难道不行啊？那这能活下去吗？奇怪呢。哦，再来好了。OK， 来吧，120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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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司机呀，踩下啦，踩，问号，
Mola, mola, mola. Mola, mola, mola. M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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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a. M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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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a. 很白。这也太干净了吧？奇怪，好奇怪！我今天好像打开了错的游戏耶，这个不是我平常的赛马娘，平常我们可欧了，才不会像这样呢。这什么游戏？我不知道，我在玩到盗版了吧？应该假的，假的。啊，眼睛业障太重了，看不到。问号，黑人问号，拜托，现在是130了，130，先来一张。司机，我的泳装司机不见了，来一张呗，踩呀，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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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深呼吸，先迎接我们的第一张的司机。我先有一张，我才能一突啊！我先活着可以吗？你可以不要这样吗？很难玩下去耶，一突都没有的话，对不对？我都囤石头了，我这么努力，我全都囤起来，中间没有手痒了，我都忍住了。不要打篮球，我要的是什么？司机，泳装司机，拜托，来吧，不要喂。是，中山，你够了，你不要再来了。你为什么？请问这个词是没有司机的吗？这个词是中山 PU 词吗？这合理吗？这个词那个 SSO 只有他呀，没有其他人啊。水司机呢？司机呀、啊，司机，那个姐姐不见了，这谁？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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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一手投球神呢，乌头 Hello。好可怜哦，小川同学安安哦，我是死的吗？罗罗，そうだよ。これも PU じゃなくてね。Original 啊，我问号，这太过分了。S 婷同学安安啊，飞回中山啊，我是那个很新一代的中山专任，谢谢。问号。我都130了，我零司机，啊，我感觉我不行了，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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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的中山拖拉拉就是我了，拖拉拉山，笑死，不行了，中山走开了，雷恩就喜欢我，你也喜欢我嘛，但我不喜欢你，你不要过来哦，我不爱你，所以你过来，我们也不会有资源给到你的。你就先回到爱你的人的身边好吗？我爱的是司机，对不起，我已经有爱的人了，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你就回去吧，啊，您回去吧。我先喝口水，我要死了。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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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外后头就神呐，笑死，什么抽卡，垃圾抽卡，黑人问号，我从来都没有这么飞过，可恶。肯定会有的吧，司机，还没啊，还得有，肯定有。来来来，我们还有70抽，海底捞月一下，140。司机救我！司机，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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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先一张，我就先一突吧，那个也不过分吧，对不对？你保底一张，然后就抽到一张而已就好了，那肯定能行的，我相信你的司机，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我的是。哪尼？奖券？为什么是奖券？奇怪呢，我的司机呢？算了吧，我好歪，我歪烂哎，我哎，问号，芋头同学安安哦，好惨哦，真的啊，怎么办？我感觉不行了，我的司机呢？司机呀、啊！救我 ！Help me！ 对，啊哈哈，不是司机，是司机啊！哈哈哈！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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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多久闪呢？陆克同学安安哦，我完了，我好像要记忆了。150了，我一张，
我连他妈的一张都没有，我怎么可以那么歪啊？我吐了，没血了，我能忍忍忍忍啊，感觉一紧应该只有一张吗？这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我不信。100、150了，拜托拜托啦，我的司机，我的彩啊，跟我的暑假一样，这个很棒。算了算了，有些时候嘛，就不道理不承认，你就没有那个运，对吧？跟我的战马一样，短 S 是不会跳的，没有这个东西都是假的。要一紧了呀，怎么办呢？一紧就只有一张吗？太五十抽会出来吗？我感觉好像不太行了呢，奇怪。哎，前面我逗啊，我歪这，其实我是歪啦。他不是没有踩，只是他都奇怪嘞，他都没有跳到司机上面。还债了，怎么还债？我之前 CB 还有福来不是还了吗？又要还，我哪里有欧道要这样还债的？可恶！你不要，我不要死去啊，让我活下去啊！我那个偶像杯怎么活啊？拜托啦，当个人吧！你不要这样啊，我会氪金的，氪好氪满好吗？那礼包也会氪啊！你不要这样，对那个氪金玩家好一点点好吗？可恶！拜托拜托，还有50抽。来吧，啊！我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随便了，他就很烂嘛。哎，有一个金色蛮低的，会跳吗 ？Hello， 那个 Franz Wong 同学 ，Hello， 你的帅，有吗？有吗？有吗？没有，拜托了，我还想活着，你就跳，没有跳，那没了，我要死了，再见了各位。他这么低也不跳，那就没有希望了。搞丑啊，被你问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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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福来哪里还呢？福来我是 CBO 好吗？ CB 后来单抽有的福来我补了蛮多，还氪啦，你没有看到而已。 我是那个直播抽完之后再氪的，把它补到满呢。啊，好吧，看起来要记呢，那我自选，我想一下哦，我有10头吧，自选应该还是会先抽那个数值，抽完再决定吧。但大树我应该会补满它，司机应该会用一个彩色的10头吧，看起来要了，除非他现在能出一张，不然应该死了。可恶，这样的吗？我还以为会很欧洲呢。看起来是没了啊，记了记了，点解呢 ？Why I don't understand 啊？哦，好了好了，那到最后了，可恶，没有期待，哎，没有期待，没有伤害，那这是贵了吧？这么久了，你来一张可以吧？啊哈哈，啊哈哈，你给一张可以吗，司机？拜托了，我只想活着，你就一图吧。呜呼呼呼呼呼呼，莫再中山了，不要再中山，我已经很惨了，拜托了，司机。是啊哈哈哈哈。感动，他终于来了啊！我就说吧，虽然现在说有点尴尬，但哈哈，我们一突还是成功了。我就说不可能到保底了，一张都没有吧？嘿，至少有一张啊，两张啊，一突、完成，活了活了！我是登登七，看、啊、我是盘盘七，我是登登七哦。没事没事，这不就活了吧，剩下的都是 bonus 了好吧。哦，啊，腰三卷都又活了呢，先一张也不错。おめでとう，有了有了，啊哒哒，一枚买魔衣，一枚买咪买奈 ，OK 没有，哦，好了啦，不错不错，起码。起码是有一张吧，起码有一突啦，我能接受啦，没有那个 CB 还有弗莱那么可怜啊，都差不多的水平吧。看起来是我小北太欧了吗？哦，笑死哦，
幸好没事，差点就人就没了呢。但我还是想高突啦，就三突，三突有机会吗？三突好像要再两张吗？暂时抽两张，我觉得吧，还是有机会的。自己说完自己都笑了，我觉得肯定是有机会的，只要三十抽都出彩的话没有问题，可以的。哎，不是，我好像只剩多少，二十吗还是三十，三十吧应该，没有问题。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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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三突在前面呢，各位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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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司机来吧，再踩一次。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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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怎样呢？再一紧我都扛不住了。你先一突吧，后面再补呗。反正那个周连卷我啊，周连自选的，还有那个彩突还没有想要怎么用嘛，还有时间啊。没了没了，看不看我奥果啊？中三我被反锁了两张中三呢、啊，怎么可能不抽两紧吗？我先等那个嘛，那个数值嘛。先有一突啦，能用的能用。等一下还有主号呢，主号先看看情况嘛。后面还有十二天，我们可以抽单抽的，或者中间有券的话，也可以把它用在司机就这个词上面。那可以再捞一下。那我们先迎接我们第一个保底吧。哎，法头 ，Hello， 早晨哈 ，Thank you for coming。好吧，那快了快了，等一下就主号了 ，Go go。我现在很轻松的，因为我已经起码我低标了，虽然没有很欧洲，不过没关系了、啊、有了有了，虽然还是有点丑了，我之后再考虑要不要补一下。袁杰同学安哦，哇，我发觉那个风神超多的，他有 PU 吧，他那个跟那个织机一样超会来，在在在在在，没有。没有，哎哎，黄金城 ，new 的 ，SR 也有很多洞，我们还没补呢。好多金色，一二三四五，对耶，他刚才没有那么多，跳蛮多的。战斗士同学安而已了，晒。那我们保底的两百要来咯，希望最后还能捞多一张，这个可以两张彩色吗？两个司机，谢谢。来，最后 ，Go Go， 有吗？没有。哎，有了，司机，神音吗 ？OK， 这个神音不是那个神音，所以这个神音应该没有那个神音那么厉害吧？不是这个最强的那个卡的神音。没事，我很好，笑死，没事，我本来就没有想过他会有，那好吧，那大礼包来了，啊，下面一位司机 ，next， 没了没了没了，司机的三兔的梦已经结束了，再见了各位，我们的主号来吧，希望主号可以改命，主号肯定能行的吧。这个是什么啦？那个跟卡吗 ？OK， 正面对决。诶诶，嗯，他很强吗？有很强吗？那个神音的，他跟那个美妙拿的技能，那个竞技跟卡耶零零吗？哦 ，OK， 没用哦，不行，可怜了。那没事，看不到，笑死。那小号先换一张司机好了，那我们就一突吧，两百抽一突，然后换完之后我们就过主号再抽了。希望主号那个运气好一点点，起码是能用吧，只能这样说了，安慰一下自己了。司机好可怜哦。好了，换了换了，我还能怎样呢？那这边我们先退出哦，等我换那个账号哦。你们先不要跑掉，我们还要抽的。那我先那个画面关一下，来吧。我小号没有很欧洲，那我主号就欧起来了，肯定是这样的。我就知道，不可能两个都飞的吧？怎么可能呢？我可是欧洲人呢，我的运气都用在哪里了？奇怪。Impossible 啊！
但我起码我是活着的，希望主号也能活着。等一下哦，那个密码有点忘记了。OK，中咗啦已经。好的，进去，哼，主号要来喽！究竟主号的逆袭吗？啊，真正的欧洲人，真正的欧洲人，陈伟同学啊，你的帅啊，棋子，非洲来回班机，问号，我要先到欧洲啊，什么来回，我都还没有来，没有去，怎么回呢？对不对？好感动哦，宝林，我只有一张啊，我只有一凸啊，我也没有很欧啊，我都歪烂，歪到的也没有说特别的好用，没有吧？乌拉拉，中山。然后，神音吗？还有谁？奖券有点用啦。奖券我本来就好像有一张还是两张嘛，忘记了。唉，等一下，我现在人都快没了呢，抽的有点积累了，怎么办？小号不会这样就死掉了吧？不要啊！那一凸是能用的，一凸跟那个满凸的差距差多少啊？Hello 啊，Wait，就成了同学啊，你的赛。中山有两张，但是有一张是啊，我还没换，我先换那个券。好可怜哦，啊不小嘛，我也知道。哦，那怎么办？我知道差很远呢。那应该，哎，要补吗？我觉得我最后还是会忍不住会补的。第一次见到非洲菜，我前面都有啊！哎，我抽福来，我就会飞到阿妈都唔认得咯。我福来的时候就很飞啊，我自己补了蛮多的，还把那个券全都用掉才抽得到啊。先。我想一下，反正那个卡一定会抽一级嘛，换个马吧。你还有突破石头，是啦，但，不行，我觉得我突破石头要留给后面的呀。你干嘛不要不爸爸宝啊？银基老差，银基老差，笑死！可恶，我肯定会有的。哎，我这里有24张券哦，那个加上单抽有25抽，这边呢，这边34也太多了吧？不过他没有 PU 那个，我还是会把那个券抽掉哦，因为我怕后面会有 PU 的 SR，所以都还是要先抽好了。好的，那我们组号准备好喽，先来抽个马的，希望这边能抽到，那我就可以借自己的 Goldfish 自己的阿船，阿 Ling 同学你的赛 Julian，免费 free but sensey no 奈哟，全然奈じゃ，残念でしたね、さっきは。でも今は重新开始好吧？好的，我们先来马的。我们这边有12万哦，所以加起来是22万嘛。那个22万会在数字的池都全花完了。那我们就先抽一下 Goldfish McQueen 都 Goldfish。行きます。出发啦！因为打完中山，谁开了中山？200。あ、さっきも200でした。あ、ない、これは別のアカウント。来吧，25抽全抽干了啊！希望马的这边可以先来一只，可怜我太惨了啦！呵呵呵呵呵
金不够黑，同学安安回答晒，安安安安，你谨慎的运气要用在这里，我这叫喜运气，你不懂啊，反正啊运气什么的都没有剩下来，先洗一下，洗一下业障。哦吼吼吼吼吼吼，今日の運はね。何？我觉得呢。回来飞呀，大家一起飞呀！对对对，大家要一起飞，蓝潮啊！几飞几飞是这个飞吗？笑死！跳！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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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电刀电出大成功，我看你是不懂，我在电呢、啊，没看到吗？我在那个偷偷的垫起来了，肯定能行。这边先把那个运气洗一下，等一下就抽到了啦。这么多彩好猛哦，有很多吗？嗯，我刚才200出了多少彩呢？好像5张吗？还是4、5张吧？应该没有很多吧？应该在平均值附近呢、啊。那我还歪了，所以应该不算欧哦，应该只算中下水平吧。可能踩的数值是差不多，但你都歪掉了的话，就连亚洲也称不上吧。Hello BU 同学，安慰的声音呀，抽着抽着运气这么没了呢，本来就没有多少了，算了啦，今天不宜抽卡呀，我只要发财啊！发财有这么多吗？有吗？我怎么没有印象？6彩、6彩吗？我觉得感觉8彩有点太多了，6彩比较合理。我抽了乌拉拉嘛，我数一下，乌拉拉、中山两个中山，然后奖券，然后神鹰，然后一个司机，好像6彩嘛。没有歪的话，可能就凸满了。7彩吧，7彩吧，还有谁？还有一个吗？还有哪个？我怎么没有印象？两个中山，一个司机，一个神鹰。对呀、啊，奖券嘛。盘子什么盘子？我今天不是盘子，我没有抽到小北。阿米亚，你要抽神奇给没？没啊，抽个马一个，我在抽马了。那个券呢？反正也留到也没什么用，全抽掉了。反正我都自选的，所以。有券就可以抽了，记录一下吧。我在记录啊，我的头里面，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记录了，但是我记漏了，看起来啊不太行，那个容量可能要升级一下。可恶，我有了吧？请问我这么可怜的吗？我抽什么都没有哎，我什么时候变成飞飞机了？不可能，我们哪个时候飞过？不可能。我不要，我拒绝。大哥，可多瓦鲁，可恶，我不行，不能接受。抽马方面气炸，抽马啊，两个都抽啊，全部都抽啊。我抽啊抽个少少，费事打上封面啊嘛，等下咪抽水司机咯。啱啱抽咗200抽啦，水司机已经抽了200抽啦，刚才。现在抽完马再抽水司机，水司机肯定会抽的，不是欺诈，相信我，等一下就去了呀。让我先把这个券抽干呗，那个手太痒了，很想抽啊。哦 ，Let's go， 只踩2歪吧，歪到小北跟 CB 吧，太难了吧？那个有这么多角色，这么多卡，你要歪到特定的，算了吧，我连司机都能歪的 ，PU 都能歪的，你说呢？你自己想一下。哎，我没话可说，反正我抽不到，反正我死了，随便。还表演呢？我还要表演呢，请开始你的表演。可恶，我马完全没有马的，可恶。然后资源卡也太烂了，那个中山两个都来反手，你那个 PU 反手就算了，原皮也来，这怎么回事？太过分了吧？要欺负我吗？哈，我是孤儿吗？哈 ，Hello Victor 九神呢？表弟太专你还债呀？你听唔到，听唔到，听唔到，哼，可恶。我好气，气，莫生气！我这个马完全没有哎，算了，那这个不是重点呐、啊，抽完就算了。哎，看不到，果然那个券都是垃圾，没用，垃圾中的战斗机。用券我从来没有抽过，呵呵呵呵呵，
司机很累，要跑很多台，要休息一下。他不用跑了，他现在直接坐到后面去了。那不是他跑，你看看是谁在跑啊？是这个绿豹在跑，没有司机好吗？绿豹要开门的，司机不用啊，司机等着被他开吧。玉凯同学安慰得细，抽第几张啊？我一抽咁难啊，抽25张，再抽一整啊。等一下，司机是一警啊，所以我先把那个马的券抽一下。东山不赢你啊，走开啦，唔要啊，死我啦！点解啊？我就玩个游戏，我蹲这么久了，我蹲到脚都麻了，我快不行了呀！你就这样对我的吗？这合理吗？你不是这么跟我说，你走吧，你不适合玩马良，你这个非洲人没有人权，你走吧。好可怜哦，零啊！我觉得我是零。收中司机啊，死开啦，中不到啊！我也想实抽，没有人家的实抽跟我的实抽感觉不太一样。哼，好气好气。嗯，那我再想一下，要不要补一下司机？我领头其实我蛮想练下去的，因为我本来蛮喜欢领头，在我能练的情况下就练一下。所以司机好像对我来说蛮必要的，但要数值也是要满的，我就怕数值也记了，那这个游戏还能玩下去吗？这只能氪金了呀，要不先氪一下吗？那我再想一下。但如果我现在我补满了，然后我数值只抽到，我不是傻逼吗？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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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没有。扣扣扣扣，抽抽抽抽！你看你们看热闹就很开心呢。要不补个三突吗？柱子还有彩穗有送抽，怎么可以抽不到？你这种话不要说太满了。你看我标题写这样的，我不还是坠机了吗？哎，怎么办呢？咕噜咕噜，零零啊，零啊。Zero, zero, 零，马的零，好哦。黑鱼同学暗暗的哦，现在怎么样？零，那我们去抽那个司机了。Malesinski， 哎，那这边我们留一下券吧，那不要抽干，留个四张好了啊，不是要留五张哦，因为有那个50石头的整数好了。那出发出发啊，这边也要登机了，登完机了，出发。烧完夜战了，对对对，现在就是正式来了。练完了，稳稳稳。我要先把狮子杯的那个 A1 限制出去吗？拿好，系统大人，这是您的要的 A1， 我已经拿出来了，让我抽到吧。抽到够吗？抽完了，没有抽到。黄金船呢？过得去，ダメでしたね。ない。今はマルセンスキー。頑張ります。大概。欲しい、マルセンスキー欲しい。欲しい。姐姐，姐姐啊，我都不叫你阿姨了，你怎么不给面子呢？可恶呢，我好气。我刚才我的小号不行，我小号要再想一下。但是要我再补的话，我后面怎么办呢？再来集锦吗？再抽啊，抽到有！怎么可能六彩全歪？我刚才就差点就这样呢、啊，你不要觉得不可能。什么阿姨呀、啊，姐姐，后面有自选，我想把我的大树铺满呢。嗯，所以那个他有那个周连自选跟任务自选嘛，那我周连自选两个都可以有那个水司机吗？刚好到那个司机吗？如果是的话，我一张给大树，一张给那个给司机，那我再补一突就好了，再一张就可以补到三突，那最后一突就等那个等 Y 应该就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补司机一突要多少钱？我不知道，可能抽100抽也抽不到。还
台中这么想要中山，那都错啦。什么中山这个词只有司机好吗？肯定是同学你眼睛啊，你没有戴好，戴一下。你要看到这个词只有司机，没有其他的卡，啊，奇怪。要转啦，あげません。ダメダメダメ。欲しい。マルシェンスキーをください。神啊，神听到我的愿望了吧？对对对对对，你单抽中会抽到啦，不怕的，真的吗？我会像 CB 一样吗？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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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啊！没有。哎呦，怎么这个主号跟隔壁一模一样呢？这不要？难道单抽直接抽是不行的吗？这只能垫垫那个抽数吗？那感觉那个券都没什么用哎。啊神！神呐、啊，起码神没有出来，没事。Hello，Chris Lau 同学呢？两锦十七彩，十七有点多，同学彩色有点多，但你都蛮歪的，这也太歪了吧，比我还要歪耶！我帮你插多插几支香，那你起码有了，单抽一百，哎，你就瞧一眼，那个是保底，不叫出彩好吗？你清醒一下，醒了同学。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你那招超级非洲单招出奇迹，哒哒哒！先来一张，舒服啊！主号运气要来了吗？让我起码有一突了。那现在主号的目标就是三突，先来三突好了。那我再两张吗？看没啊？说话信应该是一张嘛，保底一张嘛，一突嘛。嗯，再来两张好了。Congratulations to me, oh my god, very fancy. 一支买，保底二买，一毛啊二买，卡个灯，这是有呢。来，十七，继续，单抽还是有机会的。我用用用啊，肯定是我那个小号限制了他。早晨啊，无头的同号 ，Hello 啊，小号你就安心的去吧。我之后再补一下，我肯定能补满他的。应该我先单抽，我可能要之后吧。让我再补的话，也是可能会私下补，因为通常我都是每天单抽，然后看到啊哪天觉得那个有一个预感吗？有一个那个神在召唤我，不是那个神哦，是那个全能的那个神召唤我，跟你说啊，你再抽两抽五个单抽，你就会抽得到那个 Sensky 嘛，就 Sensky 哦。哦，好的，谢谢神的召唤，然后我就去按了，然后就会出了。通常都是这样，我那个 CB 就是这样来的，就突然觉得哎，好像能中了就抽了。玄学，对，准时抽卡就有了啦。开两张再赢一百块。没事，我们这边轻松多了，起码现在已经有一突嘛，那个最低门槛是有，只是能不能满突嘛？啊，当然希望可以啦，满突一下啊，最好满突啊，要不行的话就三突也可以，起码现在嘛那个券还蛮多的，应该大概我还没用石头呢，我就说嘛那个。对不对？差蛮多的，你早点抽到，跟你差不多最后才出来，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别担心了，以后没啊，那起码你该前面开心啲啊，起码前面是过得很快乐的。你后面，我刚才都很紧张嘛，这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呢？不会到两百抽都是零嘛？然后就都想哭了呀。那我现在就起码还是笑着跟大家说，哎，起码我们抽不到，还有一突吧，能用啊。好啦啦，那感觉就那个单抽就长这样了，就很有运气。在中间，哎，这个好像三十了，抽完这个应该就要停下来哈。那个卷就之后再用了。呼 ，OK， 三十。来吧，我的石头我已经准备好了，170抽，希望有两张或以上啊！谢谢，先来40抽第一个十连，司机姐姐我爱你，希望你能回应我 ，Go Go Go Go！ 你看我都这么把你都养了，
都对那个关荣的退休战呢都赢了呀，你就给一下面子出来一下，不要持久啊，不要这样，奇怪嘞，我的十连怎么长这样啊，这不对吧，他连那个金色也没有跳啊，这个跳就是他死了，没了，完眼了，这只是假的，看不到，现在才是真的，我准备好了，司机姐姐，来吧，我相信你肯定听到我的呼唤，对吧？对。啊嘞？啊嘞？奇怪了，おかしい，啊嘞？怎么都白白的？啊嘞？这不正常啊，这坏掉了吧？啊？这不是你刚才那个是骗我的吧？啊？不对呀，你跳啊，司机你跳啊？问号。那你哈那你冒了神音也有哦，但奇奇怪怪的，那什么东西我看不懂，咕噜咕噜咕噜60啦，那100抽以内那还是有机会，可以的，肯定能行，司机来啊是好好，我的那你开玩笑吗，这不是吧，这么奇怪的，这感觉坏掉了，这个几率啊，治愈同学，你的帅跳机，不要跳，同学相信你跳了你就去不了欧洲了，我肯定会跳的，我说的是下次下个十年哦，一阵两阵呢，应该还举火第一阵，奇怪，这个抽卡怪怪的，不应该啊，他连那个金色都没有哦，怎么了我的司机啊，司机，你不要这样，不要吓我好吗， Hello Y 六头九神啊，刚刚不是给了你一张吗，都对了，到后面也要啊，再来两张啊，现在是多少，70，来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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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司机姐，司机，诶，好奇怪，这个几率坏掉了吗，那个 SR 的几率是多少啊，是哈，怎么可能没有，对吧，我有保底的那一张啊，但很奇怪耶，嘿，你会跳吗，没有啊，我把星星哎，来了，闷头，太白了吧，这看不懂什么操作，80啦，拜托啦，还要有金色才有跳的机会吧，金色跳一下就好了，你的那个银色要跳两次，好难呢，0.75啊，太飞啦，拥风同学按按哦，伊拉塞才80稳啊，又稳啊，肯定稳啊，对不对，我的司机那有了，有两个金色啦，但还是很小， OK， 只有保底那个不算吧，保底是保底啊， SR 保底也是保啊，所以他额外的也太小了吧，虽然我也没有很缺了，好吧，阿爸被救了，有没有贪心啊，什么贪心，我现在才一突啊，把那个保底也计算啊，一突而已啊，奇怪，90啦，拜托啦，给一下彩啦，可恶，我难道两个账号都那么飞吗，不可能对吧，我的司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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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司机啊，不吓到，哎呀你跳啊，多点金色跳起来会开心很多耶，雷恩啊看不到，你还有三井没有问题，我怕我数值也是这样死掉哦，我是树脂两三井丢下去，没有的话真的可以退坑了，笑死，感觉人都要没了，难，100抽啦，可恶，零啊，我觉得我是零，兔兔头 Hello 就神啊，你挖给我都没有啊，那是咯，连彩都没啊，彩色你在哪里啊，彩色先拿个彩吧，拜托100抽一半啦、啊，哎，有了，不知道是哪张，就是可能最后一张跳哦，我记得要打可以用啊，给姐数值应该先两紧吧，毕竟他还有人卡嘛，最好两紧，两张都满，如果两紧都没有可以再补一紧啊，但如果都没有的话应该就要可能要记了，
是这张吗？不是耶，可能在后面。我的彩色究竟会哪里出来呢？来吧，我的司机二号，再来一张。我的三图走开了，什么中山看不到，走开，这张吗？再要，对，司机姐姐，我爱你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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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非常好。三图又有希望了呢，果然小号就限制一下嘛。啊，但我可能还是会补一下哦，毕竟小号才是我们主力，那个钱嘛要用在对的地方。那司机现在我应该把它写在我的头上，等一下哦。司机还没满哦，我写吧。那个在什么地方呢？我怕我等一下就忘记了。司机，好嘞，司机 ，OK， 偷卡，小号，200，2张，共2张好了，就你们知道连保底这样，然后。主号现在是多少？现在是3张吗？连保底限3张吧？那你们应该看得懂了。好哦，OK， 看一下我头上那个有没有问题，直接打一锦啊，对耶，一锦啊，算了，打了就这样吧，反正你们看得懂就好了。OK， 搞好叫歪歪呀，没有歪歪没呢，歪歪七，歪歪七是不存在的，谁歪你才歪，你全家都歪，我不可能会再来。没事，这个是送的青鱼，也不错吧，笑死哦，好了啦，2张很欧啦，笑死哦，我还想着就毕业了呢，想得太美了，肌理太美，要打篮球吗 ？Hello， 风笑，我叫陈啊，伊拉晒，好北面啊，够晒了已经啊，那现在3张的话就。离我们的目标还差1张而已，然后最好的话就满突一下，刚刚不歪呀，人家很错啦，这个我觉得蛮欧的啦，我能接受哦。老实说，夜神同学呢又在撸吧，对，抽起来要抽卡，很开心。那努力最后的把它最后2张也撸出来，谢谢。这个是多少？110抽，还有100抽，充满那个梦想啊！来吧，司机，再来一张。看不出来，但我感觉我们还是要心怀梦想，人要梦想，没有梦想不能做咸鱼。来，没有，那可以跳吗？最后再跳一下，没有下去。来哦，120，这个主号就看起来就舒服多了。哎呀，怎么差那么远哦？来吧，拜托拜托拜托，再来一次彩色，有个很低的金色，我希望可以跳，肯定会的，对吧？唔该啦，老细，再来一张，再来再来再来，来吧！啊，没有跳啊，这么低也不跳啊，已经超低的呢。那个跳的真的很难捉摸啊，很难去猜到。有时会有，有时候就比较高的也会跳，莫名其妙。别找自己呀，这个混蛋啊！那你反奶吗？小号被限制住，没事，我们之后还可以补一下嘛，肯定能行的。130，主号能欧到底吗？来吧 ，Go！主
号，主号，欧洲，欧洲，那你我的欧洲呢？不见了，为什么？奇怪。小绿帽，哎，没有吧？好哦，先拿一张。我感觉还有很多那些 SR 的卡还没有满呢。可以再跳吗？哦，小号跳机了，在非洲，主号还在机上。我觉得至少也会去亚洲吧，那个主号。对吧对吧，我已经算达成目标了呀，现在就只差70抽，要抽到两张还是有点难嘛，但抽到一张的话还是有点希望的，就感觉 还行，能行的。 Hello Rolly TW 怎么念呢名字？ Rolly Rolly 吗？ Rolly 同学，你的帅就一才是中山哦，好惨哦，你歪掉了。我也是只有一张呢，但我中间蛮多歪掉的。没事没事，你还有那个自选的，还活着。你先等数字池抽完再决定吧。我也是要等呢。来，稳打啊！谁开啦？140，稳啊稳啊，肯定稳啊！每次你都说稳的，可恶，你都来死我了，同学，不要蹬我啊！救命啊！救救我啊，司机！等心机，我睇下七仙好痛苦啊！喂，哪里的事？我今天就很欧吗？请问这什么东西？我今天就普通吧，就感觉蛮没有很欧啊。你说飞也不算飞了，起码有嘛。有很多人可能就歪掉了，抽到什么中山都要哭了。那我起码有一张是没有歪的。但你说我很欧就有点过分了吧？哪里欧了？可恶！哎呦，丽同学，阿诺你的帅，阿七哭了吗？刚才哭了，现在笑了。主号好像活了，那还行。来，150，主号很欧吗？主号还差两张呢，哪里欧了？再来哦！拜托，再踩一次，有啦！十级，第四张要来了吗？我感受到啦！司机，我爱你，请爱我。再爱一次，司机！啊 ，Weechen 同学，你的帅一锦突满啊，我也可以，我们也是一锦突满的欧洲人，人啊，没事，哼，这个吧，歪是正常的，哪个不会歪呢？每个人都歪过嘛，没事，习惯就好了，说不定等一下又跳一次呢，可能两张嘛。啊，双蛋黄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嘛！哎呦，好急耶，不急耶！那个司机真的感觉没那个 S out， 哎，还有一张，所以司机，姐，不是妹妹，姐，这个不够，要再高一点，不是，这个太小了 ，FBI，no， not you，no。小巴的几耶，胜胜同学安安哦，我都歪烂了好吗？我歪两次了，我双蛋黄都全歪耶，不然的话我已经满了呀。阿西斯塔姐姐，不是妹妹，啊、弄错了啦，奇怪哦，两张都错了。问号，萝莉神，这不就来了吧？不是他把我的几率吃掉了呀，他都全歪耶，那是什么用？我不知道，我死了。这个是速度还是什么的？哦，字卡吧 ，OK。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哎，可能拿个技能还是可以，但灵突应该不能用哎。小朋友啊，不能穿泳装的，可以呀、啊。夏天不是会有去那个海滩啊、游泳池吗？大家能穿啊。没了，那160吧。我感觉把那个纪律那个彩券都用掉了呢。来吧，最后呢，再来一次好，可以吧？我觉得我还能再战呢。我就只差一张了、啊，再。我离三突的距离就只差一张啊，给我吧，再给一张啊。不行的，我也不行的，很多西野花问号，他在跟我说啊，我狮子被人上了，快练快练吗？
我都不行啊！西野花，你的中距离怎么办？我一闪散呢、啊，东山准备好了，走开啦！保底啦，要就嚟保底啦，160啦已经，你保底已经很近了啊，那还差一张哦，不行吗？就给多给一张不行吗？再来一次吧，再欧一次，欧洲欧到底了，好吧，Go Go Go Go！司机姐姐，拜托，拜托啦！为什么？我就只能死去吗？我就想欧一下不行吗？这么难的吧？跳太高了，跳不起来了。你还有无敌的彩穗，你现在用了，你后面就没了呀。哎呀，要四只鸡，超多的，你掉了呀？有是有啦，哒，后面都歪掉了，我都双蛋黄了，还歪哟、哦。咁多石啊，下两井啊，要俾啊，俾束子啊，束子可能会爆死啊！你唔好以为你有三井就好多啊，三井很快就花掉的。等一下你都知道了，那个树脂来的时候，你这边花两井了，然后两井后面也抽不到，你就哭了呀。你的目标后面要满呐、啊，所以后面还是要囤多一点。现在我们那个司机嘛，有三张嘛，就虽然离那个三突还有点远，但起码是能用的，对吧？看起来我也是一样，就没有更多了，180了。最后，OK，Let's go，有吗？嗯，要看要不要跳。你每次都这样说，然后一紧就吐满了。哪里有呢？我小号不是记了吗？就哪里有满呢？开玩笑，雷恩打篮球吗？不要。猫神同学，安安而已，那晒可以跳吗？再跳一次。又是只鸡，他是不是啊？他知道你们成田路那个卡池没有抽我，所以他就现在补给你们。你们那个 SL 抽到很多，是谁呢？我怎么觉得只鸡跟那个雷恩超多的，尤其是只鸡哦，都看到五六七八张了吧？我很好，有这么多吗？那不是没有 PU 吗？怎么某个角色特别的多呢？错觉，又是错觉，那个篮球很常出现啊，奇怪，树脂更难抽，两张都要满哦。对呀、啊，但起码树脂先满吧，树脂可以用很久嘛。你有缘的话，你就真的没有抽到满的话，你可以借半年。那你树脂不可能借一年吧？笑死，像小北一样呢，都借很久。地堡一直来呀、啊，对耶，好像也蛮常看到的。树脂能自选吗？好像不行哦，倒水司机而已哦，所以你树脂，你司机还可以去买那个礼包，对不对？但你树脂不能买哦，因为你心里面一直想着他们呢。没有吧？雷恩肉他自己来的，资金这么多啊，你自己数一下，资金超多的。有两个 double，两个吗？两突，我相信两井应该每张两突，一突两突应该可以吧？你还有财税在手上的话，OK，最后20抽来吧，接受我的命运。看起来是技能的，哎，又活了！我的三突有机会吧？司机三突拜托了，我觉得还是可以拼一下的。如果前面再跳一张的话，那就直接满突，谢谢。这么多机会哦，跳一张，跳一张，跳一次。跳一次就好，再跳，再跳，再两次，再跳，没有吧？再跳，再跳，跳跳跳，没有，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张保底的，就是这张了。司机，不要歪，直接上图，圆梦，谢谢，拜托了，我的姐姐，好气，好气，气，莫生气。哦，不要气，看不到，我没有抽到彩色，假的假的，都是假的。我就想说，我今天没有变盘期是怎样呢？啊，这不就变了吗？各位大家好，各位同学啊，我是盘期，欢迎来到我的直播。我盘呢，我太盘了，谢谢各位土勋同学安哦，完蛋了，我不要啊！我要新的，不要旧的，那个太旧了，早就满了呀。
我要我的那个姐姐啊，我的三秃都被你截掉了，小美，你好来不来？为什么现在来的？你有毒吧？啊，更更黑呀！啊，没有惊喜了，我都觉得他会凹我了，可恶！好了，那看起来就死掉了，没有很好运呢，就最后还是歪掉了。除非他最后两百还会有一张彩色吧，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太大。哎，金总哎，林俊呢？哎，兑换两抽。没用啊，对耶，真的，算了，我们直接保底先。哎，我都叹气，我的三兔的梦想就这样没了吧？没了吗？不会吧，我最后的波纹，哼，我最后的零压200抽赌上我的尊严，三兔能行吗？司机来吧，我先等那个后面的那个背景换成司机的，我再出发，我怕那个中山会来。来吧，司机，最后200彩色，彩，哎，没有了，啊，我没气了，算了，就这样的。阿基有尊严吗？那你尊严没？刚才还是有的，我现在掉了，掉到地下，我先捡一下好了。哎呀，那个腰好痛！哎呀，没了！哎呀，啊，好完了！对，啊！你看又是自己啊，都超多啊！这不是我想着他好吗？是他一直在来耶。好吧，200死去，最后是三张，所以是两扑了。那我觉得这边还是有机会，就每天单抽吗？就可能可以补到三突，那小号可能要想一下要不要补到三突。啊，圆梦大师领先的至尊哥了，就像我青云那个一样啊！啊，之前那个嘛，有那个事件的时候，总是在那个什么菊花伞输掉了，没有至尊。笑死，我的菊花掉了，然后至尊就没了，哦，哭啊！哎，好吧，我死了，那只能再换一张，三张啊，最后没了，主号也是200，三张，好吧。好飞哦，这样看起来的话两张跟三张还把那个保底也算进去嘞。哎，这我想一下哦，我想一下要补吗，要补也是小号补了，主号应该就我会先放了，那你看不到不拉不拉，但我不知道哎，我感觉今天那个运气好像没有很好哎。彩色三张不错啦，平均只是两张而已。主号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问题是小号啊，不用白不用，还是等那个不行，当你等那个树脂的水世纪已经结束了呀，你之后再复刻的时候已经是那个跟美妙一起的话，你就差不多你歪掉就变盘子了呀，再补一张。哎呀，等自选三突就完全体了，我自选还有大树要突啊，除非我树脂那个词可以抽到歪到大树，我觉得不太可能耶，但我觉得可以补一张的司机，就氪金补一张，然后我本来那个彩碎留给数值嘛，然后自选留两张自选嘛，一张大树一张司机，那我还差一突才三突嘛，所以我氪金的话一定要氪到再一张的司机。不急，偶像杯数值还是比较强，能等一下九成啦，唔使追求完美，唔系三突咩？不是三突吗？等一下，那个司机是两突还是三突？45，看一下，
真兔吗？这个月的券换了没？换晒了已经，用完了。E2 可以用。你先看看你有多少碎片。碎片我全都没有用过啊。单突啊，那主号很好解决啊，主号买那个自选换司机，换一张先。嗯，然后还有一张，就他不满应该也没关系吧，可以换满他了，换完数值然后再换满。没有用过彩，所以不用省啊。笑死！但你确定后面不会用到吗？一定不得买，不得买呗？怎么会？不是有两张自选吗？我要先确定一下那个自选的有多少？不是任务一张，然后就礼包一张吗？还有马的，不是半年一次吗？的确不是 gay 啊，听讲好似有哈，一只鸡同乡哦，1.5只的任务的，哈，没有礼包吗？哈，怎么没有？他马良能刻的东西也太小了吧？你就只能原价买那个宝石而已哦。那娟子哦，有干劲才好用，没错。那你下半年需要树脂。嗯，最好我两个都有呗。人在你下得买哈，礼包就1年1次吗？那也太不想赚钱了吧，笑死。正常来说不是应该每个剧本都要出吗？每个剧本都重置，然后每个剧本都可以抽那个礼包。原来1年只有1次。那好像记了，咁啱都冇啊，这样赚更多。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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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一桶一定都有啊，只是1.5没有，但是哎 ，OK， 它后面就有了，是这样。OK， 那这边主号我先离开。小号再让我想一下，我先回到小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换，我肯定换大树啊！我大树只差一张就满秃了呀。但我司机我换一张，我才多少？我才两秃，我还差一秃，那我那最后一秃要去哪里换呢？都没有啊。这样的话好像司机真的要抽了，但是要抽的话，因为他没有自选的话，我要抽两张呢。死去大师劲唔劲啊，歪咗一张啊，一张应该就冇得用啊，零得嘅所有卡都冇用嘅吧。你起码你啲司机咁要一突先可以用，呢一张就算啦。等佢之后咧，只有7500那个礼包吗？7500有吗？我也都不知道耶。那如果连那个都没有的话，那就记了。原计要死了呀，各位！单就等歪呀，佢就叫盆盆七啊。免费60抽，那个是数值那个词吧？那数值可能要等那个免费抽完之后，我才会开抽哦。啊，所以那个就有点麻烦。他那个免费抽不能一次抽，他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就比较好。那第一天就抽掉那个后面的份额。不过他应该想你登录了，所以每天才10抽。那这样的话。除非那些直播主或者很有钱，你才会第一天才抽得满，还要急着抽满，不然的话，我们直播应该是会拖到一个星期之后再直播，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可以先抽一锦，反正飞飞七也不可能一锦突嘛。什么飞飞七？我怎么变成飞了呀？我只是这次有点意外而已，好吗？我下次都欧回来了，看我数值一锦两张突满吧。可恶，都是免费抽完才开，不然太盘了。那很难说呗，毕竟你那个第一天流量比较多嘛。有些主播可能就比较盘，那肯定不是我吧？那笑死。那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东西啊，就每个月买个礼包就没了呀，太小了呀。那个礼包可以多一点吗？不是那个日服小那个小门也可以卖礼包的对吧？为什么小门这么乖哦？笑死，他突然好正常，好不习惯。活动结束，顶个飞七啊，我就最醒悟了好吧。繁中还多了石头，怎么会缺繁中吗？嗯，他送蛮多的啦，我先看看没有登入哦。哇，这个不行哦，这个等一下，我等一下踢掉他。这个没有登入，我四天哦，之前都没有看。我这里没有权限，我的权限在我的主号那边。我等一下踢掉他。听到个盆子讲啊，有礼包啊，之后唔会少啊。啊，对耶，我们那个你们那个狮子杯练好了吗？嗯，这是我最近练的，那个战马的部分，但我的司机好像记了，所以那个领头可能不要练了。这是我的帽，可恶，我的帽有点可惜了，没有拉到都满，但是能用，应该是能用的吧。虽然跑的时候好像表现没有很好。但是没有关系，就起码他有短 S， 然后速度之心跟那个暴进的没有割，然后曲线跟一等星靠赛的梦想技能三加四，我没有点那个地固了，因为点了好像他跑得太前面的话有点困难，你看不到三四嘛，然后那个剧本就可能滴滴然后掉下去，被人追到了再开过追上去，那你毕竟小了钓鱼还是有点难的。那另外一只就真机灵我就有点难啦，毕竟它不能跑中距离，我也没有因子把它，这个看不到，我是短 S 啦，我没有 late S， 我是短 S， OK。 那短 S 再加两个顺时针夏天的，这超厉害的好吧。肯定是这样，笑死。我来比一下，还有一只我还没练呢，明天吧，明天练一下，可能大树，可能是野花，可能是领头，但我不太确定领头我现在抽成这样能练吗，不知道，先跑跑看好了。短 S 没有用啊，短 S 已经等于一个小北的竞技了，你说没有用吗？你确定啊？不是，哎，阿丽阿丽，哎，错了吧，哎，啊，练不是，哎，错了吗？好像不是这个。巅峰杯结束了，还没，还有一个月。暴进的竞技有很长吗？他还有，他除了竞技，还有那个短弯会送哦，就那个不是送，是有机会会给。所以我自己是会赌啦，他有竞技。蛮强的，他好像比那个小北的那个弧线还要厉害，0.6 吗？那个胜距0.5还是0.6忘记了，反正小北那个0.46，那他比他还要高的话，那确实蛮强的。那你带他有个问题，就是你的训练可能会烂掉。老了。对呀，老了，我两只后背，然后，我再随便上一只吧，因为我还没练我的大树，我的大树是种马了，我是为了，那个 Karen 还有 Oguri 练的，所以他的技能可能是对，但数值没有拉上去，我没有管那个更新，所以还可以再练。
啦，接触咗啦，点佢有猜拳啊，随便练啊，唔得啊，唔可以随便啊，不能随便，还有时间，我觉得还能再苟一下。可恶，我领头，你们有练领头吗？今天抽今天能练出来吗？好像没有呢，笑死，没有领头太棒了，应该明天就能看到领头了吧？那一样是一伟同学的那个帽，哎，你换了吗？那个帽，然后是大树，大树有那个药洞，有三个固有，哎，有集中力 ，OK， 乌拉拉战法，看看有没有用吧。要是那个帽的二号中 S， 太棒了，同学，满头雷个中 S 没有雷呀，中 S 好哦，都跟我的 lay S 一样。但你起码短的也有跳，可恶，比我要好。干扰，那个是太多没有的点了，随便点一个。解花、哦、，OK， 也是要动。你的美妙呢？没有给吗？啊，有哦。啊，小北没有带吗？哦，带了成田路，没有问题。Hello， Wilson， 我就神哈，杨静是领头。领头，我感觉大家现在还没练好哦。如果你是单逃的话，可能会死掉哦。可能要等多等几天，等那个大家领头都练出来了，那你才不会单逃。除非你出两只吧。张领吗？哈 ，OK， 太可怕了，你不要过来呀！开始养下个月的种马了，这么快吗？满的好快，因为今天比较多人嘛，先看一下，测试看看。有领头啊，那个乌拉拉不算好吗？笑死，他能竞争吗？你就只要想打酱油啦，啊，现在有领头也可以进啦，只是你可能要就承担那个单逃的风险吧。现在你出的话，那个野蚕没有多少领头嘛，你大几率会单逃的。尊重啊，文台清晚的文南尼青鱼嘛，青鱼好难练哦。速度之心，大树本体。哦，有机会吧？但是这个大树不是战马耶，这个大树我没有什么都没有练呢。哎，卡莲。打招，还有那个帽应该也能开的，只是那个追不追得上去。呜呼，白锤开到了，不过太晚了。看起来是没了，谢谢。短狙吧，尊重。他跳两次啊，我觉得太难了。乌拉拉战术差很多，那你要不要？看起来是你的那个帽吗？那个乌拉拉卡有点料哦。但我不太确定后面有没有很多领头哦，如果有的话，乌拉拉就不能用了。六连击呀，咁多你就好了，好羡慕，怎么会跳两次？是那个一匪同学那只吗？啊，是耶，他这个乌拉拉战术真的可以哦，很棒哎，他都成功，每次都成功哎。他地固帽，对，就是那个吧，他好像连那个。他连掉下去也没有掉，他直接就零到尾。我那只帽的数值也很低，没事，你还是赢了呀。这个是战术的差别吧？但我不知道哎，我想先看有领头的长怎么样。毕竟领头还是有人会练吧，现在可能没有了，司机才刚抽嘛，再过两天可能就有了。OK， 有了，有那个秦波，还有哎，林路是 SS 大逃吗 ？OK， 有哦，我全神贯注，他有司机吗？啊，没有哎，这个是。哎，之前练的，那你要重练吗？那个司机的那个要吗？至尊的经济，繁中很卷啊，卷起来！大逃不是哦，不是大逃 ，OK。
有逃亡者。哦，这个司机哦，OK。他的灵路有司机，有暴君，有金闸，金闸好像是自备的。那灵路可以出哦，感觉如果拉得上去的话，嘿，好像不错。脚力帽短 A， 跟我一样哦，哭了哭了。有喜爱正面对决技巧，三加四。弯弯弯啊，好像蛮不错。居中吗？好像不是。前列前列 ，OK。帽二号短 S， 没有问题，蛮漂亮的都。鸡野花短 S， 他美妙哥了，他有那个暴，这也太可怜了吧！他暴镜跟美妙都没有，好惨哦。没事的同学，问题不大。打上双领投稿是没有想到更狠的，你说那个乌拉拉吗？免费逃亡者灵怒应该可以哦，他自备金闸门，自备逃亡者，他就只需要一个短 S 就好。那你司机又确定会给的话，那你就完美呀、啊！再带波盘那个先发，他可能蛮好，好练吗？如果好练的话，感觉灵路是可以出的。鱼舵战术有领头就没有用的，可能领头也不多嘛，现在也不知道。如果大家发觉那个领头没有很好赢的话，应该就不会出了。领头都是秦波、季季子跟灵路。因为水司机没了嘛，大概是的。敏庆同学呢？伊拉塞 ，Hello， 阿杰小板，有领头，有领头的话，帽应该蛮开心的吧？完蛋了，会逃得掉吗？好像帽要上来喽，太晚了，有点非洲坠机了。对。但是我还是有达到那个最低门槛的，有一突了，没有死掉。只是以后的卡可能就不能这样，你要很欧洲才行的。哎，跑到有了有了，可能我的帽吗？还是要领头压一下比较好。那我还是要练一只领头啊。那演谁要练灵路吗 ？Hello， 秀桃就闪啊 ，Thank you for coming， 这应该帮你呢，好懂哦。外面好冷哦，有领头抢到三次就是开心，不限定帽。那你帽还多一个固有啊？那如果你抢到三次还开固有的话，那你就很强啊。快出 C 技，可以嘅，少个金技啫。但老实说是纸杯，因为是短距离，你司机本来就需要一个回体的技能嘛。除非你那个回体的是巧克力，那我觉得你就能出。如果你是额外的要点什么弯回啊，那就比较有点浪费。哇 ，Hello U M R 老头就闪哈，大佬来了，看一下，我有那个帽，好懂啊，系好懂啊，好鬼懂啊，短 S 三四白锤。那个美妙哥了吗？哦，没有，哎呦，美妙 ，OK， 哦，他是那个玉座，玉座，他那个智力没有上去。玉座我之前用过，是有可以拉上去，不过就有点看脸。我暑假之前开了那个最后的事件，然后他的没有出现，就完结了，闷头闷头啊。好哦，来看看。然后是那个雷恩，雷恩是居中吧？对中 Shadow Break，OK、okay。白锤升龙，升龙有很难开吗？这个是什么？哦，居中的 OK。短 S， 哦，小力帽玉座，
这个智力就拉得上去哦，为什么？很奇怪。没算，可以期待。看来美妙不给面子啊，美妙一直都不给呀、啊，还有那个暴镜呢、啊，哪次给过？笑死，没有喜爱微妙吗？那喜爱很难出现啊，你除了那个英子跟他事件给你之外，要怎么拿呢？两鬼、角力帽、白锤，他都有白锤哦，他都没有美妙哦，这个美妙可以丢掉了，没有这个这张可以退休了，跟水司机一样退休吧。笑死哦，都没有给哦，有够可怜的。这个连 那个报警有在吗？啊，没有没有，没事，我以为他都没有呢，好废哦，大佬。我查吧，他数值有上去，只是那个技能嘛，那个美妙真的太棒了。啊，背刺了背刺，真机灵啊，我也是真机灵的同伴，还有魅惑术的，你怎么有钱叠那个魅惑术？哇，好有钱，还双圈呢。OK。比我要有钱，那可能他的真机灵，那看你前面有没有很多人哦。有的话应该蛮难出的，他只有10秒啊。哦，诶，马铃薯吗？诶，那为什么是贪吃鬼？怪怪的。诶，为什么？奇怪，那个技能好像去跑那个长距离一样。怎么了，大树？草 S 还行，草 S 也能用，这也是没有美妙吗？你们美妙是怎样？是有谁？全部都没在，美妙太棒了！看到大可以纯素，四大癫王啊，打拳比赛，四大癫王，香港大都会啊，要超越800了吗？啊，还很远呢、啊，没事，保底刚好可以满。Hello，佩佩头，九婶哈，伊拉西。那来看看这边会长怎么样哦？毕竟真机灵跟马铃薯嘛，应该我比较小看到了。大树的话，就有看到，但是好像赢的都是帽诶。我现在打的感觉是，这确实帽也蛮多的，那也很正常。大树没有怎么见过，我真机灵我这次也有赢过。但大树可能要加油了，我那只还不是战马了，我大树还没有练好，所以还有机会。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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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门又是帽，每天都是帽，每个杯赛要是我了吗？陶雷拉山，你的鸡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就可以出发了，我第9名了，人家的真机灵跟我的真机灵为什么差那么远呢？奇怪，很奇怪。哎，完蛋！我跑第1名了，那我固有没了，可能隔壁的帽会赢哦。他有那个，他有大，我没大，那我死了，谢谢各位。好，我死了，谢谢。下半年会看到满满的帽，为什么那么快就冲上去了呢？可怜呐！啊，谁叫我跑第一了，那我就直接全都没了。那也没有办法，没有大的帽，我还是差那么一丢丢。银跑好像也不是大，他没有大吗？他不是跑后面？那小绿帽不是就只要不是跑第一，然后你在200的时候在前面就会开吗？我忘记多少名了，但通常都会开的吧。他没有大吗？奇怪了，不是我在第一吗？我没有就很正常嘛。没事啦。我真机灵直接 GG 了，哎呦，好吵啊！太吵啦！他的麦有开，正常应该是他有开，我没开啦。我第一名，我不能开呀、啊。应该有嘛，记忆速度也算快。没办法啊，他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快第一的话，我们也能开。可怜呐、啊，死啦死啦！你骂我就是这样呐、啊，你就赌他不要这么快上第一名呢、啊。但你开到那个大也不能太落后哦，不然就被淘汰了。短 A 有两鬼，白锤。哦，OK，他有美妙吗？有哦，但是好像没有给到吗？好哦，你好，手一样。
好啊，老细，唔紧要，尽量试啦。大树喜爱，也是两轨哦。你们觉得两轨好还是小北好啊？反正肯定会放一只嘛。啊，但要借，那没事，我是肯定没有那个报警，我是要借，那我没有满的成田路，我只能小北。咕噜咕噜，但如果能选的情况下，你们会选那个小北还是成田路呢？三桃人，三桃赞呐，也是两轨哦，喜爱。我们来看看青云有那个吗？没有哎，他还没有司机，之前练的，但是他为什么继承这个了？嘿，这个。钓鱼耶，钓鱼本人呢？司机，短 A 青鱼呢？短 A 已经很厉害了，你还想短 S 吗？太贪心了吧！那个司机感觉那个感觉像，那怎么回事？那个绿技？还有秦波甚至是短 C 的，应该还没有练好吧？曲线加速比弧线重要。那个是带雪美就好了呀，那个不是速卡吗？速卡你可以选那个成田路跟……哦，你是说那个两轨可以会给那个60的力量吗？力量会加那个加速吗？但弯道也蛮强的呀，他那个弯道最后那么的大。晚一早走神啊，抽神！你们莫提啦，好气好气，不要再提了。我抽卡，我现在我的血压要上来了，快要中风了。莫再提我啊！我再问要不要补翻两张啊？真司机好惨哦，什么好惨？我才惨吧！我都变成飞飞机了呀！冇补充啊，唔紧要啦，补充都开到几噶嘛，应该开唔开到唔知喎，笑死，皮肤就开唔到啫啊。OK，但是刚好在，帽有上去，但我怕帽又是跑得太前面，直接变前列，前列司机赞呐。有冇搞错啊？短 C 都头位啊！也好难讲嘅，毕竟有三只领头啊嘛。但是帽能开固有还是很强啦。那如果那个位置他在34左右，然后没有冲到太前面，200开固有，基本上都是帽吧。看脸也是能上去的，只是好像帽的固有更强一点点，因为他是后期嘛，最后的才追上去。他脸开的早一点点，OK，帽门，我就说帽就是帽啊，帽是你爸爸耶。哦哦哦哦哦，啊真系好彩啊，200抽三突，唔系三突啊，两突咋？咩三突啊？够三突啊，三张两突啊，睇错咗啊你。少好得一突咋，四个都唔会支持啊！四个都傻仔，每个打50大把先，傻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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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卡脸，卡脸我是歪的，啊，就随缘就好了。有些时候就你没有想着的话，就会出来了。哦，那就是地固帽哦，好哦，白锤，雷恩短 S。三四雷恩啊，OK，有点难吧？三四要怎么开呀、啊？一堆前列，不知道。技巧，但是他自己出两个居中都还好。那如果没有前列，他没有遇到前列，又刚好，没有领头啊。但我觉得还是会，那这个是短距离的同学，短距离就减个速度而已嘛。
那个好像减加速的，对吧？不知道短距离有没有用诶？草 S，哦，技能都齐了，野花短 S，哦，你们都没有割，好漂亮，都只有我会割了，记了，狠人，练很快，也太快了吧！看不出来，三四狙中雷摁下不去。哦，他可以先六，然后看看有没有冲得上去。但我觉得有点难哦，毕竟人家开三四，你开六，很难说。我觉得就算你能开，可能也比较晚吧。问号，咋把你的？他哥鲁西开的话，就是一定是红金红的开搞。他有因为哥鲁西要看位置啊，他50%之后就会开，所以你即使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开的，你要刚好在那个加速段开，那就神了。那如果他太早开的话，那你不是在加速段吗？那你扣呗，没有关系呀、啊。地中有喜爱比较好，跟前列抢位置，他好像有吧？我记得有吧？大家都有速度的经济。都顶呐，都懒呢，堵堵堵呢，吃不堵？你看那个技巧已经上去了，奇怪嘞！等一下，为什么技巧不是前列吗？还是居中啊？他居中的话，这也太快了吧！弯道不好超，我 SM，我都要哭了，我忘记他技巧是居中还是前列，反正雷恩肯定是居中，他合成了，他有上来吗？升龙了。但他的三四好像没有出哦，那没了，太晚了，主要是很短呢。你开你那个时候加速在六，就算你升龙也开了，那你上来已经你再开三四已经都加完速了，已经在冲线了。不知道哎。有点微妙，好像还行，可能在其他的赛道比较好用吧。就短距的话，要很晒才行呢，要刚好开得很好。女人加出去咗15合成都开唔到，咩啱啱见到佢有开佢个固有噶，我记得开完合成之后再开升龙噶嘛佢，女人好像全开了，除了三四。那还是太晚了，那个位置有点太后面吗？轰哦，轰的话在后面比较有机会吧，他应该不会跑得很前面呢。好稳哦，啊，刚才就对，刚才跑第一也没有开固有，看一下哦，短 A，白锤，领头。你不要这样，领头不会切的，笑死！你在干嘛？笑死哦！哎呦，领头都是怎么擒拨啦？都不会切啦？就算不是擒拨，它就那个短距离吧，这怎么样才能切呢？这不要忘记，OK，很多经济短 A，要是轰 lay S。怪怪的，跟我一样的，居中合成花苞，真龙，有点难说，风墙嘛，本体，脚力帽短，哎，许位天赋和问号。你是前列吧？难道有奇效吗？这个大树花苞短 A 集中力突围美妙没有给，可怜啊！你们美妙都是被刺仔。鸡眼花短 S 两鬼也不小嘛，老实说，那照会逆喷。逆喷好像是会负哦，
我那个看那个顺序表的时候，看到它后面它还有负的0.09还是什么？我问号还会负哦。美妙跟暴君都不给面子，看来 PD 剩很多，那也没办法，跟我一样呢。你跳的短 S，然后他们两个就会割掉啊，这不是很正常吗？看一下，你我嚟呀，I see，哇，劲劲啦！我好像跑得很烂呢，谢谢。那个大树在前面哦，大树好大只哦，你看那个西野花，小小只的那个镜头看到。又蹬什么蹬？没有蹬，你这蹬，你全家都蹬，可恶！啊，我的帽要来了，来吧，三哦，三四来吧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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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三好像是看脸开了，他把帽抢掉了，好哦。但是看脸没有这个最后的固有啊，能扛得住吗？我不太确定。帽也有啦，上去上去，好哦，好像没有问题。嗯，看脸还是蛮强的，他做到玉成蓝蓝。就他很难拉数值啊，我放弃了小北。我看看我是不是没有上小北。我做那个选卡的部分，我选了，对，我把小北弃掉了，因为我想把它更新要集中，那我就不用去管那个速度，速度就暑假的时候再拉，用那个负重，反正有那个差不多20多30就敲下去就好。因为他你把那个卡给小北的话，你要再分一个训练等级给他，就外面的时候就很难拉，拉不起来的，所以啊就很痛苦。比赛太小了，没有中距离嘛，哎，还是蛮难的，所以我可能这个就先妥一只看脸好了，还行吧，虽然他只有 SS 了，不过也能赢也还行，没有短 S， 有短 S 的话我就觉得蛮不错的。但他是那个红记的好了，还有领头词义嘛，我特地点了一下，那起码他对这个团队还有点用，还是自己跑的话也有机会赢。雷 S 护身的走开了，我有跳的，只是歪了，这能怪我吗？我是受害者呢，这他还跳两次，我说来就气啊，我都吐了，裂开。问号问号，你都跳了，你就一个一人一个嘛，一个 lay s， 一个短 s， 不就好了吗？你跳两个 lay s 干嘛呢？有什么用？有什么屁用？我短什么？我没有短 s， 但是我有那个瞬时针跟夏天了，我都有的话，就超快呀、啊！哇，哥哥人来了，哥哥人34杯又杯了。他俩的那个赛程好难排，我就只能就跑短音吧。没办法呀，平常多一点去跑比赛吧，但也没有多少人跑了。老实说，咩啊？今日睇，今日冇得睇呀，因为流马哥又俾人拉咗。佢咪话咩啊？嗰、那个我有睇到啲报道，但冇咁入去啊。我之后再补翻先啊。不要带那个勒，你不带那怎么跑啊？你开玩笑吗？很气，笑死，超气！你就不要来呀、啊！可恶，我宁愿你不要跳，你跳了还歪。问号，米宝太凶了，看一下，哥哥人，哇哇哇哇，短 S 哦，这好哦，太棒了，还三个，哇哇，这太凹了吧，还顺时针呢。OK， 我觉得米宝有机会，这次他太强了，他什么都有哎。他的固有蓝发吗？看一下，弯道之后追过对手，在直线会上升。虽然直线那个固有的收益比较小，但这应该是能发的。有机会要被你蹬啊？没有啊，我还没开灯呢、啊。你看他什么都有哎、欸，这怎么做到的？你看人家的两个美妙啊，还有那个暴君，
人家的短 S， 人家的祖辈继承啊，人家的尾巴，人家的正面对决。哎，反正我服了，都是人家的。来时尚啊，有没同学按了你的赛？中弯超车，中直就开，我觉得应该蛮容易开的吧。这次应该能开哦，之前就很难开。夜花短 S， 梁长双圈，哇，点力！哎呀，这个有点强哦。点力正面对决尾巴，这好哦。尾巴是那个 CB 吗？我 CB 都没有给过我呢，奇怪呢。然后是秋晨吗？秋晨强吗？哦 ，Godshi 吗？哎 ，OK OK， 哎，哦，他也是减速的，然后布阵要看有没有开得好吧，但减速基本也能用了。林露是大桃吗？不是 ，OK， 下波灵巧吗？哎，这个是新的技能还是什么？没有看过，飞扑钓鱼。帽短 S 也是有喜爱的，不错哦。马铃薯也有蛮多人用诶。化油阵风有用吗？这个直线加速，直线快要加速完了吗？白锤，这个好像只有10%耶，有点难说。专制卡171学不来，太阳兽啦！下波也是很凹，多薄的技能吗？只能靠继承啊！哈，这里继承太多了吧？不行不行，做不到，你们走懂？这有点难哦。继承也太多东西了吧？你们都很凹耶，那个种马都超凹的。你看我种马都超随便，反正他出了两星以上的力或者是根性，然后红樱子是对的，我管他一星、两星、三星，总之是对的。白樱随便我就用了，我种马超随便好吗？我笑死。哪次不绝？不要再绝的，求放过，想活着，让我进那个偶像杯吧。偶像杯之后再绝不行吗？马铃薯好大只哦。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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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猎铃木吗？他不是领头吗？有点忘记了，不过他单逃了，应该没救了。没有大逃吗？巅峰不给，大逃可以。去前面呢、啊？你去前面，不过那个数值会降蛮多就是了。是前列零路，那你前列零路好哦。短距离练烂的比较好赢啊。要看你是不是帽，我觉得你不是帽有点难说。那你我的大树是种马耶，不是，等一下，他怎么了？他赛道了本体，然后赛道。怎么没有拉开？是没钓到鱼吧？奇怪，他是前列吗？对耶，嘿，你那个大树很猛的，我那个大树是为了练暗帽的，然后拿出来的。你看，我都没有拉根性耶，我这样的卡耶。你确定？笑死！我就想说，我本来我是 U A 的，然后我按错了。我本来是啊，想练一下吧，我技能卡都全带了，然后不小心进去巅峰赛了。但你不能退出来呀、啊，退出来那个点数都亏掉了，那我只能硬着头皮练完嘛。然后就搞成这样了，那个更新完全没有在管的呀，我全家技能卡嘞，笑死！他说这但是他还蛮晒的，可能晒到本体再加花苞，然后顺时针两轨嘛，然后就上去了呢。奇怪，只要比对手晒就好了，晒起来肯定能行。前几天跑这个大树也有赢，有点猛吗？诶，难道大树是这样配吗？
那我把那个卡就改成主流的正规一点的卡，然后再重练技能，差不多抄一下。啊，那个来时尚啊，有位同学可能要让一下，我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出现哦，就还是没有进来哦，可能要等大家都打完一轮了，然后再进来会比较好哦。短距离没办法，就赌谁的运气比较好。但我觉得冒的他赌的赢面会大一点，毕竟那个固有还是很强哦。先不要理那只大树的技能，怪怪，没有怪怪的好吗？哪里有怪怪的？我那个我看一下，很怪吗？没有啊，我就那个直线灵巧跟灵巧步伐不要点就好了吗？其他的都一样呢，很怪吧？哪里怪？我只是没得点我才点的，逆喷到底呢？我看你其实你的米运蛮强的，老实说，可能差点运气吧。抢不到三次就加速会不够啊！会赢这次好马，对对对对对对对，看一下啊，那个同学的，哼，短途末的，但我没东西点呐、啊！你看我连弯道都没有，那我没得选呐、啊！好像说的我有一样，那个是好哦，那个很强吗？是什么？速度弯道之后速度上升，OK。两轨，我看蛮多人都点这个的。善后策略，直线，这个不是没用吗？直线滑下，不知道诶。野花，两轨，好多两轨哦，两轨的都是自备的吧？哦，好有钱哦，反正我没了，算了，成田路也只剩下就。十多天的寿命呢，我们就让他最后发挥一下吧。你看这个美妙又割了吧，太棒了！然后是西野花，嘟嘟嘟嘟嘟，哇哦，双 S 哦，短 S 草 S，速度之心。哎，他爆金割了，那可惜了，不然的话就蛮厉害的。嘿嘿嘿，暴击！果然还是你的暴击。OK，为什么蛮多人会点那个直线滑下？它是有几率晒得到吗？它晒到会很强这样吗？我看那个升距表好像没有很好啊。但是蛮多人点的呀，奇怪。直线跟那个短途很怪，我是没有技能，不要很怪。因为没有什么能点的，就去点那招，不跳短弯。但他不是有机会逆喷吗？那我宁愿不要点，就算了，就跳过。就前滑下可能有用，有领头就喷死了。一大于零吗？乌拉拉战术可以用。开出来就是前几秒，那也太可怕了吧！他直接喷死耶，这样，还是先不要好了。虽然有点浪费，你可以点一下那种没用的绿技嘛。完蛋，我七八九哎，死了死了，谢谢各位。只要不逆喷呢，你要想想你什么运气，你各位的运气能行吗？我好像记了，好吧，出场就直接决定了，不能出池啊。毛了毛了毛了，这个死了呀，没救了，算了。但我也不可能去学什么全神贯注啊，只能就不晒了，晒不过就是这样的。反正你没有加速，你就死掉了。除了出池还要甩下坡，不要再说了，别编了，我都死了。
我一出闸我就没了呀，出闸七八九怎么上去呢？好喽，那还有同学还没打过的吗？ 我看要不要再开哦。反正你们打过的就让一下给别的同学进来玩一下。虽然我还是没有练好，我应该，我在想我要练一只领头还是大树呢？领头抽到水司机其实应该要练一下了，要不明天有时间还是练练看，练不到再练前列。来给阿七信心，别领头。为什么领头不行吗？零路哦，哎，他有哦，有司机哦，哇，满秃的，恭喜哦，呜呼呼，好羡慕，我就没有了，拨盘都没有 S 哦，那个 S 这么难跳的吗？要用领头班，单领很勇，单领就只能撞一下对手了。登机铃哦 ，OK， 喜爱正面对决，阿夸阿夸，哦，我中 S 了，你跟我一样跳错位置的呢，可怜啊，然后美妙又没了，好可怜，都一样的结局耶，阿茂 ，lay S， 这个就为什么你会有 lay 的呢？阿茂本来勒就 A 呀、啊，所以应该不要放勒的就好了，你全家都短就好了，还可以放个草的，都凹一下，说不定也能两个都跳嘛。嗯，但你放中的中距离或者是勒 S 的话就，就分散了，不太行。OK。问这是没有，怎么没有？你就塞一只进去呀、啊！我自己的话会放弃一个，可能你没有很漂亮的三星，那你就用两星呢，两星的力量，然后就是短距离或者是草地，总会有吧？你练那么久的嘛，你不会连那个两星的蓝因子跟随便一星两星的红衣子的朝地或短距离都没有吧，不至于吧，练一只阿夸改中好了，也是要改哦，阿夸不跑中的话就跟曾基林一样就太痛苦了，没有不强领头都是遇到四十强的鬼，基本都是小的可怜，太小了吗？一定要双逃吗？嗯，看来是不相信暴进的头雷拉上的，笑死了！那连美妙都不能进哦，老实说，三只都不搭上学，还是三只都没有。暑假点直接起飞，没有单纯的短。练的不够多，草地也可以呀，你不一定要短啊，草地也蛮好的呀，那个胜距也没有差很多啊。我的话就可能会这样吧，那你亏一个短距的，但就亏一个蓝因子，亏一星而已嘛，就九星跟八星也没有差很多啦，九星跟七星也没有差很多啦，还是能用的啦。新卧槽就神啦 ，Hello， 司机又满吗？当然了，不会啦，开什么玩笑？怎么会满呢？有啦，增机灵，有点可惜哦，那个走零路。嗯，看起来双桃他还是拉得不够开吗？因为我增机灵已经不是冒咯，他最后两百也没有那个大招哦，如果是冒的话就可能。能行吗？好像不知道哎、欸。捞钱做戏呀，好假，临时演员呢、啊，都是演员嚟噶。
军种呢？戒玉座哦，戒玉座，嗯，也可以吧。只是玉座那个技能就没有，没有技能有点尴尬。你起码暴击有短直短弯吧？啊，然后有那个志气，有那个这技能还是蛮符合的。砖桃有赢过，不要完美钓鱼逃亡者。完美吗？太难了吧！砖桃有机会，山桃比较容易赢。山桃的话，就可以把那个三号的位置就，但你四号还是会给到啊，除非你的对手也有一只领头，不然的话，那个四号的那个幸运前列不就赢了吗？他直接就开，反正你领头，你第三名，你没得开加速嘛。那他开完四就肯定会秒开三的呀。短 S 逃亡者，嗯，大树、两鬼、白锤、气槽，很多气槽跑前列哦，因为前列会比较，它会影响那个固有吗？啊，前方都可以了吗？嗯 ，OK。角力帽、哦，大家都没有凹那个 S 哦。短 S 虽然它也没有到超强了，但等于一个经济哦，等于那个小北的经济哦，真的不凹凹看吗？单逃惨剧。三桃就蛮常看到的，现在吧，应该正赛可能会有啦，但前提是那个野蚕的表现，桃马是能，那你起码要弄个五五开吧，那大家才会想要练领头啊。那如果你都全都是冒在赢的话，那大家都养冒啊，练什么领头呢？对不对？真是的，给点信心，还在凹。我也在凹哦，明天再凹吧。今天的话就舒服一点，早点下播。我再打一下吧，我们到就开到三个小时，到那个十二点就好。六七八，我死了，好惨啊！哦，又没了吗？这么可怜的吗？领头。够多四只吗？四只你要看对手耶。你觉得对手这很难？就算你三只全出了，那人家的一只那个领头也可能很强啊，你也不知道。这钓鱼也不一定是你在钓。哎，帽有固有啊，不过有点太远了，感觉追不到。又登，我是登登记得哪次不登呢？但要登烂好吗？登烂了没事，登神器我这么说太远了。看脸还是蛮强的吧？我就只差个短 S 了，看脸。但我妥了。他现在也能赢嘛？就妥了吧？最好的话，现在我这个看脸再加一个短 S。但我下次要再拿到短跟夏天，那刚好他们两个不会割，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太低了，我就妥了，我不管了，感觉真的可以啦，妥了，哪次不妥嘛？只要你妥了，一切就会好了，剩下的就靠晒吧，反正他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你能尽的力已经尽了，他的没有给你也没办法嘛。有那个下顺双圈等于有 S， 但是你浪费很多点数啊，人家你那个点点那个双圈要多少钱哦？你想想看，那个钱都可以再点一个便宜的经济了，对不对？如果你那个下顺没有什么很多的折扣的话，那点一下200。点四个，我当你350吧，350已经360都可以点一等星啦，你就直接亏一个一等星了。虽然一等星是梦想技能，但
那你可以点很多东西呀，可以点什么直线再加直线呢、你会是 PT 呀、人家天生就有 S，你天生没有，你要用点数去补的话，那很难说诶。下播测试，下播灵巧吗？这个会逆喷吗？这个刚才那个什么嘛，那个直线下滑会逆喷嘞，好怕。技能可以靠赛补位置，但顶数不行。是啦，但人家也有可能有那个顺时针呐、你有带美妙就有希望啊，对不对？人家比你多那么多点数，他也可以，他有的话也可以点个双圈呢、他是一出生就带那个 S 吗？你就没有吗？还有同学没有打过吗？那看起来是可以完结了吗？看起来是都打完了，很快哦。今天魔女哦，叫魔女居中哦。OK，好了，满了满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谢花中 S，哎，没办法，就是长这样呢。继承太好玩了，他是带什么？成田路，OK。小北的那个是美妙拿的吧？白锤美妙又没有给，算了，我看透了，我已经全看透了。那暴击也没有给吧？这太惨了吧？那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吗？那样，哦，有点可怜。然后就魔女合成，然后要动熟练。加速力，OK。看上去蛮不错的，就不知道居中。我现在好像没有看过居中赢过诶。帽，准备进攻，贪吃鬼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同学为什么点了个贪吃鬼？有什么奇效吗？我看他还有很多可以点双圈的东西呀、好吧，可能去跑天村吗？那你这么夸张的吗？你用200多 PT 去跑天村吗？跑了也不会加很多啊。OK，这个短 S 有尾巴，有正面对决，有白锤，哦，蛮漂亮的呀，这个。嘿，大树，短 A，他连直线都双圈了。OK，又被美妙割了。野花，好多经济，也太多了吧？可以看一下他的赛程啊，好哦。37站。好像没有吧？没有啊，他没有跑天圈呢，奇怪，PT 太多了，但是他能点其他呀。Hello，陶就想着 Hello，超远 CK 啊，超远啊，收我皮啦已经，唔 好再提啊，还到 PT。没有天尊，不对呀、但为什么会点你那个贪吃鬼？就算你全家都 level 3灵感，也蛮贵的吧？应该至少也要200呀、200都可以点那个吧？那个前列诀窍双圈，它还有一个什么也是绿技吗？可以点两个双圈呢、公平价，笑死，好哦，下播灵巧，小号的小小号 ID 吗？啊，我要找一下，你可以去我那个抽玉座的那个直播，那个留言的置顶，我有留那个号码，你可以回去找就有了，直接有了。吉艾玛莱乌拉拉成功断两招，但那个领头哦，领头要可能会有诶，我要看哦，我觉得乌拉拉可以先后备一只，然后你正赛感觉
打完第一次没有很多领头的话就散有很多的话 就算了，不要靠晒，感恩的没事，助理的使用顺利，好好用起来，五六七啊，记了记了，又死的一家都是阿龙一家晒五十抽中一张，用水晶变异图可以留起来吗？啊，你先别用，你先不要用，你先抽完那个树脂之后你再看，说不定你等一下你用了就直接满秃了，外套满秃也说不定呢。所以嘛，还是等一下，再等你最多这个备赛不要出领头就好，然后等一下呗。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的同学，你还有那个呢，那个自选券呢、啊？我的话我会自选给那个司机，然后彩兔留给树脂或者后面的角色，因为自选不能选树脂哦，所以你彩兔给的树脂的话有点亏哦，对不对？啊，那个彩兔给司机的话，那你树脂就没得升了。好了，还有同学还没有打过吗？27号就数值了，对呀、啊，很快的。你再苟一个月，你这个月不要出领头，你出个帽，大树、细野花、真机灵或者那个合成的六爷，有很多马可以选呢。气槽我也看蛮多人出的，你就选个就好像能打的就好。还没打，好哦，那我再开。反正还有时间嘛，大家先不要冲动，先每天抽抽五十石头，然后等那个数字再决定要不要突。我现在都还在呢，虽然我在想，哎，毕竟他没有礼包嘛，只能用一张突的话，那我怎么样也要补的。我要三突的话，要看补多少而已。那我补的话应该不会再开直播，会开吗？不知道我再开已经太晚了，今天要看抽卡的都看完了，所以应该不会再开了。司机可以一突使用吗？对对对，它的最低门槛是一突，不过你再等等哦，先不要那么急，等备赛打完领券，发钱领券。但那个时候没有水司机了啊？有吗？好像可以哦。还有哦，哎，不是，哎，没有啦。那个后面还有池吗？啊、有吗？啊，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备赛什么时候开打。哎，轰哦，好 S 不停顿，哇，这么猛的吗？等一下。不是说不停顿很难开吗？合成花苞、竹脸升龙、超多经济、小玉，差点都开不到啊！是不是散开了已经？一口气有用吗？不知道哎、欸，感觉那个后追，他为什么出后追？你出那个轰，你为什么要出后追？那你后不就很容易走出去吗？啊嘞，还是他要锤啊，找人锤一下吗？OK， 帽短 A 正面对决，这个是普通的原皮，好什么的居中吗 ？OK。还有花的话，哎，他没有继承固有哦，那就有点难跑了。他还是那个直线下滑，哦，他没有吗？啊，没有哦，有大树吧？大树也不要继承吗？哦，好哦，那你查哈心呐、啊，凑人数的嘛，那你凑个居中不就好了吗？你那个轰。被甩出去怎么办？很难出去。理论上，好像可以哦。他只要不要跑在前面就好。这好像没什么用。
要等一下，还有，还有了，还有了，尽量开吧。今天就我们休闲一下，明天再干。反正我的战马只差一只，我正机灵这样的战绩，我觉得可以妥了。有时间再凹吧，毕竟这个条件也……老实说，我觉得正机灵你要再凹的话，那个数值首先你要稳定的练出那个数值已经很困难，你还要什么都跳，继承也跳，世界也跑完，也不会 agamasen， 这个几率加起来的，你能成功的几率太小了，所以我宁愿妥一下。没办法，算了，我用那个 PT 换那个速度也还是可以接受，对不对？虽然没有最完美，但也不是不能接受，还行吧，没有很慢。邀请三休闲，不对，你不要质疑我好吗？啊，隔壁帽要开了，那我死了，再见。这帽还是很难追，哎，没事吧？他没有短 S 吗？我看那个直线很近呢。感觉我死了啊！看起来我还是登登七的，又登赢了。哎呀，他脸很难凹，我觉得你还是你凹不如凹领头吗？但我领头只出一只哦，感觉没有很大的优势耶。又登掉帽了，没事啦，那个帽不要伤心，你这只差一点点而已。还有短 S 吗？我这么说不能妥吧？你再妥啊！他有两鬼耶，嗯，那也没有很妥，嗯，但还是能拿个 S 啊。你有短 S， 你就赢了呀，同学。我没啊，我这么说啦，你再妥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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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啊，还有同学没有打的吗？看看有没有机会能进哦。哎呀，看起来速度那个顶数还是有一丢丢重要呢。啊、我没有想过短距离都不能妥的，太难了，要唔到啊！哦、呵呵我再开啊，那我们加班加一下下了，希望就可以大家都打一轮。大家要礼让一下，还是有同学还没有进过来，那就大家都轮着打。好的，看一下大树短 S。OK， 外杂人。哎，等一下，你很奇怪耶，这个大树啊，那学什么奇怪的招？奇怪奇怪。短 A， 哎，是那个地固帽吗？哇，太多绿技了吧？差不多是怎样？美妙又割了，我发觉美妙只要是跟那个戒玉做的，他一定会 agamasen， 是我的错觉吧？我看好像四五只都长这样呢。阿夸，嗯，又割了吗？你看，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看到这个情况，好像是这样呢。嗯，他们可能不中哎。关系没有很好，吵架了，这个也没有吗？那看起来是美妙的问题呢，不能怪玉座。嗯，这个也没有吗？哎，这就是玉座的问题了吧？奇怪奇怪，全家都没有，那这个有吗？这个是领头，应该没有。哇，你们全部人的速度之心都割了呀，太棒了！啊，顺便我也割了，好棒，笑死，抽卡抽崩的鸡鸡呀！哎，肯定是你们的问题哦，肯定肉座啊，肉座肯定是他呀、啊，再让主播垫一轮，满了满了，没事，很快就满了，太多了吧？不是每次可以进两个人吗？这已经打那么久还不行哦。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吗？我打了，我抽卡没有抽很久吧，后面都是在打比赛，都打不完呢，太难了。Hello， 塔卡的九神啊，
麦呀，这也没有点麦哦，没有点，他是有出的，我还以为是谁，我还以为全都没有出，这么可怜哦。他很贵吗？他毕竟是那个有效的速度之心，那个声具也蛮厉害的呀，也是弯道技能的，我觉得可以点啊。尊重一下玉座，不要，求放过啊！完蛋了，差点没有上市哦。嗯，我的帽也不知道在哪里哦，那可能死了。娘，要死了，再见。看你还算蛮好看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多出一下，但他的那个中距离太可怜了，真的出不了哦，不知道怎么出。为什么这个大树又能晒得赢呢？奇怪，他是开了什么吗？啊，没有，人家的，我吗？人家吗？看起来是人家。又灯没有灯呢，他没有赢啊，他没有加速啊。偶像不用中了啊，偶像杯就是了。现在的话就其实还能出了啊，赢了一点点必差，笑死。但我这只还不是完全体了，所以还可以再努力一下，再凹一只吧。只要开得出三四，人人都有机会，我开不出来呀。好吧，我们加班一下了。你的赢了，好运好运，运气还是站在我们这边。但我不要，我要抽卡啦，我要抽大满，后面单抽，每天都 SSR， 每天都是水司机，肯定是这样。那我就能练领头了，一定是的，笑死。五十二抽咗第一张司机，你哄过我啦？你睇下我几多抽先抽第一张，我真哭咗啊！短距离果然是靠赛，是靠赛啦，但你的马不能太差哦，都大家都差不多的条件下再靠赛，你起码技能是要对的，你乱点的话就不行。你讲的就没了，不要，我只是想要一张水司机，我错了吗？哈，不对吧，我哪里错了了？UGRS 短 S 两轨，补充营养，他这个看起来是没有东西能点的，都双圈了，那这个能理解。然后大树，哎，大树为什么是圣诞帽啊？有用吗？这个等一下，七七七是在哪里啊？笑死，这行吗？没有看过呢，很特别的大树。OK， 然后是夸，紧盯后方，皇帝短 S 前列吗？前列，哦，他没有那个，他用封神哦。哎，为什么借封神哦？封神那个竞技是领头的吧？你可以直接借那个，虽然借暴镜可能也拉不太上去那个数值，但起码那个技能是对的。或者你借那个青竹啊，青竹巅峰杯蛮厉害的呀，暑假埋四个符，直接爆强，四个符灵体训练。有一等星可以晒，直线开篇没用。你几多啊？哦，一百几，唔记得好似过咗150先抽到嘅。你去睇翻我之前面嗰度，坐定只要有鸡腿就有中，有鸡腿，难说。你看这只圆皮帽就大家都出啊，圣诞帽就好像没有看过，现在。直线滑下，你们都很喜欢点这个呢。神鹰居中吗？灯笼六三四，好哦。哦，这个也是吧，所以这个也可以凹。好哦，这个很晒烂，谢谢。
地人还行，有灵感也是借封神哦。李封神是那个吧，游戏滑流吗？那也可以的，毕竟两个也是蛮泛用的，也是可以开完再开的技能呢。好似咁飞都入唔入嚟呀，我后面就会 out 啊，睇住嚟，我后面我单冲直接补到满，单冲万岁，绝学万岁，肯定是，除非唔系，冇可能唔系。入唔到去啊，手速唔得啊，再努力下，手速手速点起来。你有用那个吗？有用嗰、那个预设嘅卡组啊？你唔好逐只逐只点、啊，你将佢 save 低佢，有咁两个仔出嚟啊嘛，咪快好多咯。你要用那个预设的排序的那个卡组，你就不用每次的按，每次按肯定进不来啊，可能太卡了啊，也有可能是没有跟到最新的直播。你要看那个直播下面那个红点有没有亮起来，没有的话那恭喜你，你就延迟很多了，要注意的东西很多的，你要进房间的话。好哦，感觉帽那个位置蛮好的，哎嘿，可以吗？登记兵就死掉了，帽可以哦，我这个太棒了，我帽直接能开固有哦，做得好，大树，这都是最佳的剧本呐、啊，他看起来是帽呢。只要帽有开技能，你差不多的肯定是帽哦。Hello KJ KSJ 上一大帅，安哟。Hello, thank you for coming, 艾伦同学安安哦。我点那个红点，他就马上变灰了，他会卡吧 ？YT， 没办法呀 ，A1 又稳了，不要再来了，再来要死了呀。OK, try again. 韩国12点比赛准备了三个 UG。Oh, wow, you are so strong, 子睿。UG, all UG. Even me, I can't do this. Oh, actually, I watched the 那个 LOL competition, 那个 Faker, so strong. Good, good, good! 太棒了，我有看那个比赛，太好看了。虽然跟那个马良没有关系，不过是也是韩国吧。那个同学是韩国人啊，太棒了 ，so strong! Johnson 和 Hello Johnson 啊，安安哦，要哭了，你怎么都歪掉了，全歪了。没事，我也很歪了，还有我陪你的，你可以，但你不够卷。我不要，为什么要卷起来？你们这样，我不跟你们玩。轰，轰是居中，我觉得居中也可以了，毕竟前列很肯定是居多。然后，这个比较可怜的都是直线哦，他没有弯道，哦，有点可惜。虽然 UG2 但也没有短 S 那个技能，也没有弯道大树，没有短 S 啊，那个是真机灵的固有哦，不知道继承会怎么样，但好像伴奏哎，哎呀，你坏坏，怎么可以那么坏呢？地野花哦，那个是哎，不是地固、哦，但他绿技点太多了吧？暴进哦。暴进不知道哎，能打吗？他的固有，他跑前列是可以跑了，之前那个摩羯杯就蛮强的。邓吉林，但是原皮的 ，OK， 哦，后期哦，但这个只是影响那个视力，他没有减那个加速的感觉。如果你要出的话，要不就出战马吧。他揍的应该没有特别的优秀。Coco 同学安好，你的晒，我一头就神哈。短距离 UG 有什么意义？有可能进那个 B 绝。哦、oh, ，you still need to hit UG because the this one the rules is also important.
it will affect your speed. If you can have the maximum boost, then you can run faster. I guess, maybe. Okay. 还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吧，那更新比较高的话，有一点点吧。追比可能，可能没有那么多，但确实有加速啊。高几率早泄，每日再早晨啊，一早得啦，换咗日啦已经。有意义，短距离 UG 的话，那可以治疗低血压的症状，什么东西？很多。哪个？什么是野营 ？TIKI 谁了？还有那个婚纱气场吗？完蛋了，他那个翻译中文我看不懂啊！他是谁啊 ？Are you saying Oguri？ 哇，那个 Shuttle？ 哇，那个叫什么？曾纪林吗？卡莲？应该是大树吧？加德鲁，走，加德鲁，強い けど、送りはもっと強い。大概不会被我揍死了吧？粉丝爸爸，谢谢的，拜拜啦！哦，曾经理吗？卡脸，卡脸吗？卡脸是我的。I think most of。The players they train Oguri. Oguri. Everyone Oguri, and then Shuttle. Hmm. 还有谁比较多呢？我看到的西野花吧，西野花呢 ，Nishino Fara. Okay, Shuttle and Nishino Fara, but the most horse we train is Oguri. Mata Oguri. 大概吧。Karen 와아마리오구나이가나就我再出吧，那还有一点点，就有几个吧，但是很小啊，感觉每场都三只帽啊。大树还有西野花，西野花应该比较多一点点嘛，毕竟大树不是每个人都有，西野花比较抽的人比较多吧，不知道啊。嘎嘎乱杀，七七这次稳了呢，我还没练好我的大树呢，那可能我要三前练了吗？哇哦，只要哎，看脸只要哎，本当は看脸好き，絶対ね、試合。胜率最好是奥古丽，说，没有什么比第二名使用那个汽笛更可怕。但他是说固有开嘛，就固有很厉害嘛。西野花，你吸到爆啊！你吸到爆啊！收自己呢？啊，等一下，我英文要怎么说呢？To be honest, I think most of the player they can't have.All three horses, including Oguri, Nishidofawa, and Shuttle. Maybe you can have one or two, but it's difficult to have all of them. So, maybe we can choose other horses as a choice. 也没办法，你只能这只能，除非你真的全都有啊，那你才能出啊。你没有的话，那你。也只能出可能剧中的合成六爷，或者是领头练一下。OK， 短 S 下雪天，好味追赶。等一下，哦，不是，吓死我，以为又是圣诞。不要再，为什么那么多绿技？很奇怪嘞，那个回体的技能。中 S， 没办法啦，跳的不是很好。红雁，他没有大树哎，又是学的，为什么同学？你这以前的没事 ，OK， 那你现在练的话，不要再学那么多那个回体了。
因为是短距离没，啊，不是超久之前的 那个嘛，占优惧，但是也不喜欢暴君，暴君就随缘吧，没用也可以的，玉座也不错啦，冷猫，有短 S，他两个都有跳哦。这个很有用吗？这个班长的，但他毕竟是大树嘛，那个他的能继承的固有应该没有那么多。短 S，哦，I see，也算了，我觉得帽都蛮标准的，帽只能看位置了。位置好，开得好，还走人行哦。中期靠赛，希望今天的比赛能进入那个决赛圈。Bless you, you can believe,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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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Believe, 奥古力，OK，奥古力，the god, god, god，笑死。啊，反正每次都是帽啦，有帽就可以了。帽就最卷，把那个帽卷起来，你干一只出来，另外两只就随便上，那就都能赢的啦，大概。直接登太狠了，我没有说错啊，奥古利卡米，到底什么？要你加油，不是要你登他耶？没有啊，我只是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而已呢。照登啊，那他确实很强啊。虽然我现在冒第九名，登死了，OK，没有问题，六八九死了。UF 啊，呀，OK，I would say they are so crazy。UG is most common in Taiwan server. UF is really rare. OK, rare, so rare. 不能常常看到什么 UF 啦，那个常态七八九啦，恭喜，Oh my god，很棒，UF 是喜分比较多。那如果是战马能出，那确实很强啊。分析你天发啥点啊？拜拜了，文娱同号啊！那还有同学还没有打过吗？NTR 活动的 UF 啊，那个也蛮多的。我玩了这个那个活动之后，就觉得哇，那个高手也太多了吧！一堆那个 UG，six seven eight nine，so many，why？超多的。我们加到12:30吧，就差不多了。好的，那这里终于能看到我们的六爷了。奥古力，短 S，就很标准吧？那大家的帽都长这样，那 S 肯定要凹一下哦。帽的话，雷恩，OK，红雁花苞。哦，红雁有效对吧？延迟的红雁，真龙喜爱哦，这个蛮好的呀，很棒哦，有两鬼，有夏天，有喜爱，有尾巴，那可能他会能上来哦，但是我怕他跑得太前面，他都没有固有，有喜爱的雷恩赢了。哎呦喂！我登到了，笑死！阿夸，钻石针，但是他学了这个哈，OK，帽，举位天赋，贪吃鬼，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那么多贪吃鬼？What the heck？我不懂。等一下，他有打那个吗？烟村有打吗？有诶，那好吧，奇怪，怎么那么奇怪？
你们都会学那个贪吃鬼去打天村的吗？有点不太懂哎，这么有钱的，我都穷到烂哎，是我太穷了吗？哦，I'm so poor 啊，我要看到一个 UF， 大家抢同一只，我也抢到哦，应该是同一个人吧？都是那几个人练的，是吗？大家都借他的，笑死！一堆一样的，我就有几个吧，那个 UG9 的小魔女，你们也有吗？大家都一样，笑死！红艳无效吗？把狮子被养成那样。OK, actually, I haven't trained Lion, so I don't know actually. I only know VS is effective, and also Nishinofawa. 主要还是为了过菊花甲，灵感满呐，天赋异品。有那么有钱吗？是谁？那有那么容易切吗？啊！菊花闪没有意义，本来是短距离，然后天春又拿不到短距，反正他想拿那个春秋那个吗？那也不多啊，你为了那个点数去把那个贪吃鬼点起来有点亏耶。虽然如果你没有加技能能点的话。好吧，你真的没有其他技能点的话，也不是不能点。好的，我够前面了，要是学三次，冷吗？太前了。那也没有办法呀。为了多来一点属性，多了一个精耐。如果他只是点了，可能。点了下位，那刚好下位又满的灵感，那又有切者的话，感觉可以点一个啦。虽然我也不会啦，我还是会留到最后，然后看看有什么可以都计算一下再点。Okay, are you gonna sleep?Good luck! Hope you can win and get A1. Good luck and see you! Good luck! Have a nice d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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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反正他灵感书点满了，太强了吧！啊，我就不行了，我都哭了。我的那个钱呢？我现在比赛已经比的算多啦，我被你们训练之后，我现在比赛都多起来了，都没有看过31、23了。现在都456起跳，大家那个看脸还是那个比赛比较小，毕竟他真的没有什么比赛。登一次还不够，再登一次，我还可以再登你十次的。我打什么够？我要打十个。那还有同学还没有进过来吗？现在那个位置还有，可以试试看。大家记得要礼让一下。我现在已经24分了，我们再开一阵子就要完结咯。愿马良保佑他、啊、肯定能行啊，玩马良都是赌狗好吗？你们这么赌啊，应该没有问题的啦，我相信你们的。赌啊赌啊，都没委屈啊，我只有赌啊，赌烂哪次不赌呢？咕噜咕噜咕噜，有吗？有成功进来吗？如果没有的话，没有人没有打过的话，那我们就差不多了。哎呀，我要收工了，感觉快要下班了。居然今天抽卡没有到很满意，没有展现我的真正的欧气嘛？那看起来是没有人了，那我们要不就结束吧？还有吗？我先看看同学，都是重复了，那就不跑了。哎呀，既然打完的话，哎呀，我是个乌拉拉吧，非乌拉拉啊。好哦，那最后一把好了，
今次都是零啊，又是输啊，要斩手指。你再斩冇啦，留翻一只记得。咁继续 P 啊，你嘅方言啊，拉索 P 啊，之后再等下我，之后。肯定有机会的，那最后一把咯，打完了就可以收工了。那希望你们还没抽到的就努力一下，还有时间。我的话也要想一下要不要补，要补应该也不会补太多吧，可能最多就补个不知道，最多一百抽吗？那你都一百抽了，肯定会打把它抽到保底吧。哎呦不行不行，不知道哦、OK 拜死了，我就要整啊，瑟瑟发抖啊，要抽吗？先等那个单抽看看的，如果他单抽出一张呢，我就可以补了，补烂。单抽没有的话就算了，但我还是有可能我的手啊，这不行，我觉得我还是能拼一下的，我觉得我的手忍不住啊，感觉要记了，这是林路成功幸运前列逃掉了，嗯，好像是呢，太远了没有骂我。有帽的话就难说，但没有帽的话应该就是了。冇事啊，姐玲嘅感觉啊，啊差啲，啊今日差少少，好彩唔使啫。哎，冇事冇事，逃过一劫。林路反而是跑前列有利吗？林路，但这个如果有那个领头的话就。就固有也没了呀，他是完全是冲着那个幸运前列去练，哎，哦，对，off 先啦，我都 off 啦，我都要瞓啦，嗯，应该也行吧，感觉现在那个领头再等几天看看吧。我们明天练完之后再开，看有没有那个很多领头出现。金门地固，对哟，那哎，其实林路转跑前列这个想法不错，我觉得好像不错耶，哎。金闸门再加地固套，再加钓鱼的前列。如果领头不多，应该是能用的。我考虑一下，那要不要练一只？但零度有很难练吗？我怕它很难出货，没有练过，没有逃亡者。逃亡者不是领头才能用吗？我觉得他换前列的话，他就赚了一个全神贯注嘛。那当然，他如果幸运前列成功的话，那他的固有应该是能开的，但比较像是保持他的优势，都不给帽追上来吧。前列开不了逃亡者，对啊，所以就他因为全神贯注，你现在只能靠绿帽啊。那你有位置放绿帽吗？普通前列就没有没，所以他你用这个换他的话，他有优势的。但我不太确定那个全神贯注能给多少优势。叫了个靠赛，没办法呀，你不是领头吗？你领头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打法咯。还有下波灵巧帕。那但是他要饺子要对了，只要有一只领头他就死了。但我觉得能晒一下，你三只晒一只还是能行的嘛。好了，那我们这边已经
加班了半个小时了，所以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的战绩就在我的头上，再重复一次，就是小号一警两张就一突，主号一警三张两突，嗯，还行。那我希望之后的单抽可以再补一下，那我没有那么可怜，谢谢。好惨哦，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觉得我可以再抽一两张的，对吧？可恶，我有点不服呢。那我再想想要不要氪金，就再补一下下。反正两锦是肯定会留给树子的啦。可恶，等一下，我现在还有，我抽。好嘞，这个，哎，等一下，这个宝石的数量是不是可以抽三个十连呢、啊？我抽完我还剩下两锦对吧？等一下哦，我觉得吧，可以呀、啊，对我可以再多抽一个，等他的那个吧，那个杯赛结束还会发个一千多。那可以抽四个十连，谁唔团气？笑死，要上头了感觉。富田同学，安慰的帅，冷气有点狠啊，太狠了。上头上头，我先抽完这个好了，这个刚才还没抽，保证 S 二以上的。但他这个嘛 ，S 二也看不到，应该是比较旧的。哦，那些已经都满了吧？你还有周连宝石礼包，笑死！来吧，先抽这个。下午两个十连超空的，很空虚，抽不到啊。不止的 SSR， 算了，这个也没有 SSR 了，那最多就 SR 呗。可惜到啊，我真的笑死。那就是最后的挣扎了，如果都抽不到的话，那后面应该也不会再氪金补，就可能单抽补吧，好吧。我觉得那个三突，树子留两锦嘛，后面还有那个周连石头，那肯定是可以的啦。就看司机要不要补个三突没，补吧补吧，就几个十连，没有就算，就不要再上头就好了。屌丝，挣扎挣扎挣扎。挣扎，那我们就来挣扎一下，肯定可以，对吧，水司机？我真的，哎呦，救我，司机！我只差蛮多，差两张呢。来吧，来吧 ，Go Go Go Go！ 你肯定会上头的，不会的，我相信他会来。来，算了吧，我感觉好像要记呢。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哦，你还可以一百抽，没了没了，拜托拜托 ，yes， 啊，舒服啦，啊，我就说运气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了呢，哦，开心啊。果然我还是欧洲人呢、啊，要赌才会赢，对，上头做对了呢。那我还差一张，我三突啊，那我的自选可以选司机咯。我如果这里没有补到最后一张，我选司机做人就可以了。那大叔再等一下，阿姐有谁呀？这里欧洲肯定系呀，多谢先，多谢老细。哎呀，太棒了呢！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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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开心开心，个死都好中好中，好吉利，太棒了！自豪同学，安安你的帅，安安自选可以选大树，先满吧，大树。对对对对，大树差一张呢，就很想突满他，现在充满。我不太确定还有没有第二张哦，这三抽三十抽而已，来吧，再来一张，大爷！哎呀，来，司机，啊！做梦啦，我是盘盘七嘞，这么开心干嘛呢？上头就是抽，但我歪了，我歪到底了，我小美跟美妙又来了，不要再来了。但那个彩圈好像比刚才要多哎，直抽一彩，
很美妙，收尾，不要啊，不要美妙。哎呦，可惜了，这真的，哎。如果没有 Y 的话，就完了呢。嗯，好吧，最后了，我觉得这个30个补那个抽蛮值的。最后，紧了，你再紧吗？没有钱了呢，好像没了。好吧，你还有一次，抽了，但感觉没了，也差不多啦。他30抽两张彩的，已经哇，太多金色了吧，笑死了！他每一个都跳哎，感觉已经很棒了，我已经很满意了。那你两个都 OK。一直跳，但只跳银色的呀，都补回来了。不行啊，你这样补的话是补170哦，蛮多的。我改一下，我们230抽三张，这样看上去就平衡多了，三张两凸了嘛，就像两凸跟三凸还是有差。这是大家想看的，我歪掉了。动画杯赛社团还可以20抽，你都算得很好嘞。我觉得可以再一个10抽就补那个比赛的，但就不能再多了。你忘记 1.5 周年60抽，哎，对耶，嗯，哎，你们不要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很想抽下去的。哎呦，你们好坏耶，怎么可以这样？笑死了，超坏，超啊，留一个洞多难看啊！你不是你们抽，你当然可以啊，超凹的，是你们在凹我吧？我笑死哦！我抽到一张就感觉好像还行呢、啊。抽啦，又抽，笑死！错过就没了。啦，那我们这样啊，最多再10抽吧，就不能再多啦。你们，你看看你们这个嘴脸哦，好过分啊！肯定抽，我都剩不到10000头了，及时又来了，错过还有3次，那确实，但就他也没有怎么说呢，就你早点用早点享受嘛，后面已经过了蛮久的了，站头就是抽，我还有多少石头看一下，这个是补了杯赛的嘛，社团的话他也对了，笑死，哎呀，他们是魔鬼的低语呀、啊。但我觉得再出一张彩色的概率高吗？我已经30抽两彩了呀，这超欧洲的啦！虽然它歪掉了，唉，要相信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头铁七啊，水头流，我啊头要撞到头破血流啊！别废话，及时！啊、好了，再10抽啦，这要停了，不能再上头了！来，司机姐姐，再来一张，有啦！司机，拜托了，烧赔啊！咦，哎呀，不行啦！好气哦，我都歪了，我很欧洲，但我很歪呀、啊，烧赔啦！哎呀，好气哦，气，彩率超高的，但歪了就没用啊，那还吃了我的彩率。这样卖了，那心情很爽，爽是爽了、啊，但没用啊！你给张大树，我会比较开心吧？你卖大树了，然后我的自选就可以选司机哦，对不对？哦，阿传笑你，不许笑我！你看他后面那个笑死那个表情怎么样？他是中了什么蛊吗？这两个怎么了？奇怪，画风不对，反手成功了，不要烦我啊！我就哎呀，我就以为我能行呢，我看到彩色我就很兴奋呢、啊，结果什么都没有，也不是我要的洞，神，拜托你的神之力，啊，来神，啊没有，拜托啊，跟开司一样，那我要那个可乐，我要汽水，谢谢，我可以再跳吗？再跳一张呢，双蛋黄好吗？拜拜，拜托了，拜了。没了 Hello 啊 How Y Tong 同学早晨啊，唔识读啊英文啊废啊，你唔抽我之前都系浪费晒啊，系浪费咗啦已经啊，好了，你还可以再抽50抽，我还可以再抽160了，你这样说的话笑死，每个10次的彩，对，我觉得太欧了，所以
这个概率已经差不多了。地话通不行啊，死啦死啦！咕噜咕噜咕噜，那那那那，如果以那个概率来说，笑死了！我觉得四十抽三张彩已经超高了吧？他已经把我后面的概率都全都用完了呀！以数学来计算的话，胆小，乘胜追击。吉时有道啦，收皮啦，日都日日每日都吉时啫，屎抽出一张，抽中最多贵啲啊，唔抽就冇用啊，咕咕咕。那我觉得最，我刚才也这样说的，但最多最多再十，这个就是最后了，没有后面，这个笑死，你不行啊，你们好坏啊，嗯，最多最多，你应该这个时候开台才对，笑死。不行啊，这个时候没有人看啊，那当然要前面的时候啊。我为了那个，为了那个观众人数啊，对对对，肯定是这样，放弃了那个 SSR 林森同学安安，赶紧吗？啊，好了，最后啦，没有就算了，不要再抽啦 ，Go Go Go 啊！最司机，最后的最后，能再踩一下吗？啊，没了，我就说了，你三张已经超多了，你还能再有一张吗？就不太可能了。算了，不要再上头了，后面的等歪吧，就只差一张而已嘛，还是有机会的了。42啦，啊没有啦，没会有的啦，你以为呢？每个人都那个什么 FGO 都52还是53分进去，然后马良都及时进去就有了吗？你这想得好啊，还超人买更多的卡，没人抽一半，笑死，算了，不抽了不抽了，好吧，再抽50张，多一张也蛮好的。叫了你快点，没有的，不会有的。我刚才按的时候，他已经41，还在41啊。他跳那个输液的时候，我按的时候才变42的，那个时候已经决定了呀。没事，我觉得还行，就50补到一张也是蛮不错。封神这边也满了，抽卡抽一半，欧气不能断，笑死你，还单压呢？哎。哎，他是字卡哎，那他的数值好吗？他也有滑流跟游戏哦。如果他那个训练不错的话，其实是可以用的吗？嗯，他擅长率算蛮高的，字卡不是都30多吗？SR 不用看吗？训练很烂哦，好吧。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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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 SSR 了，看不上 SR 了啦，大佬卡很多呢。哦，好啦，两突啦，不是大佬的玩具，你还说我大佬嘞？我连司机都没有满呢，叫什么大佬呢？因为我在想嘛，之前我就在用那个封神更新嘛，我看到字卡就会很兴奋。终于有够啊，终于收啊，这一片用下去就有了。嗯，我们等那个吧，树脂。如果树脂不需要用碎片的话，那碎片可以给司机自选大树碎片给司机，后面就再说。碎片有几个啊？要看，等一下，不太确定。啊，一个是它原始的，我后面再商店。两个半，三个，总共三个吧，两个没换。你 YouTube 都偷了，有你抽啊！哦，多谢 YouTube 先啊，竟然会推我啊，真系啊，估计唔到啊 YouTube， 我之前做咩 YouTube 不加班咯，估唔到做人啊 YouTube 啊，啊感谢先啊，我哋有缘分遇到啊，奖券满了，边有满啊，我奖券没有啊，一张而已啊，我还差一张，奖券，哎，等一下，奖券好像蛮强的，哎，要大树还是要奖券好呢？哎呀，好难选哦！要不先抽完数值再决定呢？
说不定就突然就抽到大树或者是展券又来一张的话，那又活了，肯定是大树啊。展券跟卡嘛，我跟卡很小哦，我都用什么，我都用织姬还有雪美，我超少的，乌拉拉我没卡呀。大喜，我用跟卡啊，跟卡没有人用吗？这下个备赛，你还有奇迹，对对对，那个也会抽啊。等你用得到奖券，他说就歪满了。像玉成跟卡很烂吗？皇家之宝，笑死，仓鼠吗？我这没有啊，我就等他嘛，等那个数字啊。我都知道自己运气就很一般啊，那我当然要做好准备囤起来啊。都你转换啊，织姬雪美乌拉拉，乌拉拉太难太难拉了，那个羁绊我拉美妙都快要死了，你跟我说拉乌拉拉，你不是叫我去自杀吗？开玩笑了，真的没有跟卡什么事情。活动跟卡活动一般都不太好了，他活动除了给的那个情波还有那个雪美情，雪美吧，雪美是跟卡，情波是字卡嘛，所以不算，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卡。看我的中山，我是中山专任呢，哎搞明白，我中山外烂了，这真是好气，吐血流，吐啦吐啦。活动跟卡是给平民用啊，我觉得那个雪美蛮好的呀，我还在用啊，超棒的。他那个棒好拉啊，给的那个弯道的有机会也会用得到啊，也没有很烂吧。到现在都没有织姬，我歪超多的，你抽织姬没有歪到吗？我直接歪到歪几张啊，肯定有十张了吧，超多。他都没有 PU 也可以不停的走出来，那可能真的是不知道哎，那运气怪怪。活动给种马用的，嗯，也对了，反正种马我都随缘，就是外挂的技能比较多。我也是活动跟卡没有人用，笑死。东山不出来反手就可以一锦通满了。哎呀，我今天歪很多啊。我歪到我小北美妙嘛，两个中山嘛，一个奖券嘛，还有神鹰嘛，我都超歪的，还有船嘛，我都歪这么多啦，那他只要有一半不是歪的，我早就满了呀。那没办法，他就是歪了呀，你还可以怎样呢？好嘞。我还差多少呢？好像也不多，换吧。小北明妙怎么办？分解了，当然现在分，我现在也不够 SP， 分一下。全分了呀，不用留啊。单抽券两张，我中山四张。哎呦，中山，你也是中山专任的，各位，好惨嘛！我美妙都变好多盘子了，我现在盘最多好像是美妙还是小北呢？好像一样，他们两个盘烂。我都哭了。哎。SP 要等一下要去商店，我说那个十二点半加班完要到一点还没下呢，笑死，不愧是我们永远都在加班。太棒了。中山三张，世纪零张一锦，
你也是中山专任哦。完蛋了，我看起来看起来嘛，大家那个我算了，我两张我也是专任，那你们比我更强，可是有抖了，不抽了，不再上头了，不抽了不抽了。啊，不够吗？要多少了？两万五，三万，五万。那好像要明天去打那个，哦，好多哎，不够不够。那我之后不去打金币吧，我去打那个 SP 的就好，慢慢就能补满了，不用特地去换。中山人 Jenna 又中山，看来大家都很歪呢，那我的心就比较平衡了呢。欢迎小妹，欢迎小妹，你们陪我了。我 SP 从来没有不够过，都抽完卡可能有一段时间吧。那没有关系啊，他很快就可以又升满的了。中山一张，有没有中山零张的？完全没有歪过的，全司机的，这里有没有？我就不信。那 OK， 没有抽过的就有，那这个不算。你要有司机的，你起码要有一张或者两张，你没有歪过中山的，有吗？那看起来那个中山的歪率好像有点多哦。之前都没有那么歪吧，之前抽那个抽哪个抽福来也是资金嘛，然后还有很多陪跑的那些，好像你没有怎么听过会超歪的呀。没抽，没抽就完美，就不会歪。假号十抽出了算不算啊？十抽嘛，那也算了，毕竟你有一张嘛，只是抽的小嘛，所以中山可能还没有出来，他可能在后面哦。专用守门员还是先不要。如果他两张都很有用的，那当然呢，那好像那个有人池一样，那随便歪啊。迪杜斯乌拉拉，迪杜斯蛮不错啊，他加蛮都更新呢，除非他满了，满了就变盘子。没有满的话就蛮好的呀，比我要好吧。哦，没有一紧 不能算不准，太小了，没用的吗？这么快过气了，就跟那个青竹也差不多要死去了吧。还有玉座后面还能用的，没事，还有机会。好了，那我们今天加班也加的差不多了，就补充了一下下两突啊，也是能用。后面我再看，每天单抽晒晒看吧，说不定晒着晒着就三突了，这三突就能用了，这可以了，很棒了。那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应该，我想想看要练什么好了，我还不知道嘛。既然司机有的话，也可以练一下了，练个领头看看。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祝各位还没有抽到司机的抽一下，然后欧气欧气满满，集气集气，远了还远了远了远了。那就感谢各位的四个小时的陪伴，那么快四个就要回温了，我们明天晚上九点继续训练，要加金啦，明天再见喽，晚安喽，晚安晚安。现在还早哦，我看看有没有现在有人在播的。在播的台位，我把你们降落过去吗？很早呢。有人在唱歌哦。他有在开吗？有有有有。我就把你们打过去。对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在唱歌。打去哪里呢？我还是想导那个个人式的。Hello， 啊，差些拉比头就成哈，差别超远喽。OK 啦，就走，唔相差，不算很差，但也没有到，就不是很完美吧，只能说，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都还行。喂，阿七小妹，乜嘢啊？我哋今日冇加班，今天那个隔壁没有加班哦，所以我们今天蛮早收掉的。
我看一下这边，十点钟就起身啊？哦，这个是香港的，嗯，好难呢。他那个嘛，那个台湾那个滴滴网没有写，他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马来西亚还是其他地方，澳门什么的，就比较难找到。我就找很久都找不到。Hello KK 笑头就成啦，加班台见啦，今日唔加班啦，啊，因为都达到个时数啦，时数已经够了，所以应该不会加班。嗯，深夜杂谈嘛，占卜哦，哦，这个完结了，他收的太早了，这个呢也完结了。大家那个直播都开很短呢，欸，我觉得我已经蛮短的了。阿雷，这个呢？怎么讲？童年。哎，有，他有在。好的，我们就这位吧。这位叫霍利 Holly 的，他在刚收一话，刚过了。那我们就把大家降落到他的直播咯，那大家可以有礼貌的打个招呼。按个喜欢，我们这边也按个喜欢，那就这样呢，感谢各位，我们就走咯，拜。田螺螺君草，田螺君草。然后有一个那个闪电十一人，对对对对对，我们先讲一些大家会看的，女生的知道，女生的。